维里安的新歌，两天前发的，听听。我又在吃加工食物了。本日第一餐。Hello， 今天你是第一个进来，我看到，所以我在说加工食物。嗯。哦，茉莉发酵，谢谢茉莉发酵你的行李箱。每次看到你改了名字进来，就觉得很有喜感。我会先来想一下一次的名字是什么。嗯。炸洛梨脆片怎么样？很脆的那种，炸洛梨脆片，哇，听起来很棒。我看看啊，洛梨发酵，上次是谁帮我想的洛梨发酵？有个好笑的。哎呦，弟弟今天早哦。Hello， 慧香今天很早，怎么这样？今天涌入了大量人潮，怎么这样？安米加乐。你现在的打招呼越来越简短了，怎么回事？Rock， 为什么觉得好久没有看到洛克？洛克 ，Hello， 洛克，企鹅也是耶，企鹅好久没看到你了。我看看他，阿哲晚安，什么？谢谢。谢谢洛梨发酵饮的冲浪失败，冲浪失败，建谷来了，建谷，你低调不了的，建谷，谢谢建谷的应援棒跟刚刚是谁一起送的，我看看，啊，小梁，对，小梁来了，小梁 ，hello， 小梁，哎，不只是加工，还是油炸的食物，啧啧，晴天你不会是营养师吧？的副业是营养师。哎、欸，我真的是很难得吃这个东西。我上次被你念过之后，我已经很久没吃了，大概三个礼拜吧，有吧？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一个月，维持的不错吧？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吃炸的，很少了。哎、欸，怎么没有？排骨算吗？排骨算炸的吗？啊，炸排骨算，好啊。嗯。现在是在捧场加映和怎样的新歌，风格很不一样。哎、欸，谁？刚刚谁送的？谁送？我没有看到。阿元嘞，阿元，谢谢阿元指南针给你棒，来了阿元，嗯。哇，谢谢洛梨发酵饮的真情告白。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帮你取的这个新名字？炸洛梨什么脆片，对不对？哎、欸，听起来很棒哎，感觉那个超商可以出一个饼干，跟洛梨有关，就是像那个马铃薯一样，把它切成片，然后不用加任何的果，什么外面那层，就是叫什么面衣吗？对，我想你掉下去，它就会变得很脆的。感觉有。终于等到开播了，先打个招呼，去洗个澡。刚刚是谁送指南针？这样，我眼睛没有办法撇掉。哦，少凯来了，少凯，是少凯对吧？我看到了少凯，谢谢少凯送的指南针，少凯来了。不是，为什么敏佳的你一定要等到我开播？你可以洗完澡再上来啊，又不是不会上来。我播了至少也有三个小时吧，虽然表定是两个小时，但我一定会超过，不用怕好不好？我不会提早下播的。不只是刚睡到一般丢，丢是什么东西？丢才起来想到你有直播，这个是什么新词吗？什么发自于台中的新词之类的，是吗？我在台北没有听过丢这个词，没关系，我也差不多才刚睡醒而已。哦，我今天，我昨天也是很夸张哎，我昨天啦，不是今天，昨天睡了21个小时，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就是给我逮到时间，我就会睡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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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不叫我都不会醒了。我是因为看了时钟，然后用那个小小的脑袋计算了一下我睡了多久，我才发现，哎，不对，我不能再继续睡，不然我其实很想继续睡。这是菲儿的新歌《锦绣梦》，有没有听一下 ？Hello， 看看哦，其实我也很爱吃炸鸡，那你还讲？你还说不要吃炸那个加工食物，炸鸡真的是超级不一。你可以吃那种麦当劳的炸鸡，什么腿排之类，那个还算比较原型食物，不是？就是满满的油，这应该是组合肉吧？对不对？嗯。哦，好吧。哎，他们说，那人都进来吗？哎，我怎么好久没有看到西西了？哎，我刚西西好感动，我已经三场没看到你了。西西最近很忙哦，你在忙准备考试还是什么的？我印象中你跟我讲的。哎，钟晴也是很久没来了，钟晴晚安，乐乐晚安。每次看到乐乐都有用姨母笑，不知道为什么。啊，谢谢弟弟送的枫叶，我看到了弟弟，刚刚是弟弟送的。哦，刘星。哦，刘星，晚安。你的名字上面还挂了一个大生日蛋糕，你这周也是生日周吗？哦，不对哦，距你生日还已经过了一二三四五六六天了，一周了。你知道要过满一周才把那个蛋糕拿下来。波红口红也是好看，但是你现在不是口红王子哎，怎么会这样？浩毅 ，Hello， 浩毅，浩毅晚安。好像人都差不多，对不对？有谁没有到的吗？欧乐 B 对不对？啊，等米加乐来好了，他刚出去洗澡，是不是？九蛋柠檬炸洛梨脆片怎么样？这个名字很匪夷所思吗？不错吧？哎呦，很大声，不错吧？听起来很饼干啊，可能是我刚好想吃这种东西吧。炸洛梨脆片说好要猎奇，结果也没有得猎奇，就是正常的食物。怎么样？还喜欢吗？翁同勋的客，谢谢柠檬的海龟啊！这又是谁？翁同勋的客龙人，我来看一下头贴。什么？等等，按到了，我按到了啊！我按到了，我没有看到黑流星的飘，我没有看到你的飘，我刚按到出去了。热爱105度的耳机奖 ，Hello， 耳机奖来了，耳机奖 ，Hello。嗯，安港，哇，我已经两场没看到你了，差不多吧。灰灰，哎 ，Hello， 灰灰，最近忙什么？带小孩吗？小孩乖吗？你的儿子从这星期开始有两天直播，都是两个小时，对，都是两个小时，那一定会超过了。我预计大概一个礼拜播六个小时，有点久哇，真的六个小时。反正一般全职直播主是不是都播？我看到有些是挂着播整天的，就是可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挂着，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哦，季风亮，季风亮，季风亮晚安，关关晚安。晴天说，哎呀，等一下，跳掉了。以后这些不健康的负担由我为你承担吧。哪有这种道理，要吃就是要一起吃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种罪恶的美食当然是要我们一起消化咯。哎，不行，偶像不能讲这种话。到时候体就反映在体重上面。哎，虽然我上次量，公司量，瘦到人生巅峰哎，但是我看不出来，看起来是没有瘦啊，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瘦到人生巅峰，46，看不出来，真的，到底为什么？我跟你说，真的，睡觉消耗的卡路里比你在可能在办公室坐着、站着还要多，很扯，所以睡觉算是蛮奢侈的一种减肥方法。有没有什么新歌可以听啊？你好，这算新的吗？九个月前不算。为什么叫我的腔调特别腔？因为你打字那个
风格感觉就不知道哎、欸，我一直想到乐乐跟我打招呼的表情，我就觉得应该是要用 can 的方式回复你，太正常可能会不太习惯。小梁说，可以期待六月纸笔是整张黑的吗？哎、欸，对，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六月纸笔是大正浪漫，对不对？七月是泳装，就是可爱的那个泳装。我跟你说，两套的限定版我都画的挺好的，可惜已经截止时间了。我现在讲是不是有点太来不及了？但其实是最近才签的，那个纸笔是最近才签的。我必须说，别有用心。我签到，我可以跟你们说，我签到，整个办公室是我最后一个人走的，就知道吧。我那时候快十点才离开公司，知道吧？好，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灵感，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发呆了30分钟，我就看到旁边成员签的非常用力，然后我就在那边坐着发呆，想说我要签什么，我的限定版要签什么，结果坐到快十点，跟着姐姐一起离开的，很好笑吧？还有听说新历生日过完了，这个月还有旧历生日，哎，旧历是农历是不是？你农历哦 ，OK OK， 好像没有人在问人家农历几号，对不对？不过应该是这周哦。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这周的事情。国树，我好久没看到你了，国树，国树，你是去哪啦？哈，克隆人是那个啦，是水锤吧？哎，不对，幻影战士是火影，幻影战士。只有你的那个改的名字会这么正常，如果是不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水锤。OK， 好。没关系，幻影战士，我习惯你进来改个名字，让我新奇新奇些。慧香说，看好看满的时候到了，哎、欸，确定要确定呢，一周两次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时间都是在晚上，不会，哎、欸，除非是礼拜六日，但我相信我礼拜六日填的时间应该也会是晚上，因为。然后睡饱一点直播的话，可能比较有多话可以讲。不然早上还没开机的时候，我超安静耶。有些播20小时，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会挂在那边直播，也没在做什么，就挂着。然后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冲一个月，我记得全职直播组一个月是不是要播满，30、50吧？不知道，不记得那个数字，反正就是要播满一个数字，那是底线，这样。回回，那儿子的姐姐呢？什么意思？等一下，回回，所以你是家里生，你是有儿子跟女儿是不是？我现在知道哎、欸，我上次没有听你讲。今天晨晨前辈帮忙宣传我，哎、欸，什么？你是说 IG 吗？真的假的？哎、欸，我没有打开看哎、欸，真的假的？那我要去回复一下哇！哎、欸，这些资讯真的都是你们告诉我才知道。好看哦，谢谢少凯，谢谢少凯，我等一下下播去看一下 IG， 应该是 IG 对不对？嗯，麻薯二号说脸很瘦，哎，麻薯二号，我看看哦，哦，麻薯二号是本家的饭，然后是男孩子，我在点开你们的资料看的，这样是好事吗？把你们的资料直接在直播上公开念出来。乐乐说抽到六月的纸笔，我可以好好期待。哎、欸，我看到你们私讯我，然后不过纸笔的话，六月纸笔，你是抽到 A 还是 C？ 哎、欸，你是 C， 哎、欸、，C 是谁 ？C 是小梁还是你？我记得有人抽到 A 跟 C， 大头的是比较近的嘛。然后通常我就是那个比较用，也没有到比较用心，就是有稍微说限定版的那一张，通常都是大头的。所以假设你如果抽到纸笔上面写大头的话，恭喜你抽到限定版。但是另外两张我也很认真在签，因为为了不想要让那两张看起来比较逊色，就是抽到人会觉得好难过，或是为什么偏心这样，所以我就这一次开始，我就三张都签的一样华丽。我跟你说，而且尤其七月真的是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七月的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因为是那个泳装嘛，我就画了一些东西在上面。哦，不过也来不及啦，对不对？来不及买啦，你们就看天命啦，看天命啦。姐姐，我问你哦，要写卡片给成员的话，字的美观度会
影响印象吗？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基本上字是真的是门面的意思，但我是还好，因为我是比较注重内容的人。有些人就是可能字比较有他自己的艺术啊，或是比较有自己的个性，可是内容真的是可以拿去出书那种等级的话，那我当然就是完全不影响，那个字体是完全不影响，对。没关系，其实你们如果真的有写给成员或者写给我什么，我觉得很开心了。我不会再挑剔这么多，放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弟，好不好？你都是我弟。晴天说，要你说哦，我今天买了8月草竹场的线上公演，可是你知道那个线上公演，它的镜头有可能会离你这么近哎。哇，那我不能表情崩掉的话会直接永久记录在那个线上。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公演从来没有就是摄影机架在那儿，除非是像 YouTube 上面说出哪一首歌，什么白色情人节那一场的，就是不是那样，它整场都是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好恐怖，好恐怖啊！今天怎么办？今天我怕我表情崩掉。嗯哼。幻影战士说被抓刀，他真的是换太快了，你知道吗？我点进去看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幻影战士了，所以来不及。你换太快了。昂港说哦哦，很有声音哦。米加乐说：哎，你回来了，你不是去洗澡吗？战斗澡？我有讲那么久了吗？哦有哎，好像有哎。听说直播主会有直播时数，听说听到一些实况主都会直播聊天胡时数，哎，这是公开的秘密了，这基本上已经不算是业界的秘密，也不算是什么合约上的白纸黑字，没有了，那个已经的确啊，大家都知道直播是要凑时数，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差，我们只是有固定开播时间，就这样。可是，一般直播主是都有的。哎，毛毛来了，毛毛 ，Hello，Hello， 还好吗？哎，上次跟你说还好吗，然后你就不见了。我想说你还好吗？最近生活，我看你把名字改掉很久了。直播主还有直播，对，哎，你们都很了解，哎，对，他们都会直接讲，对不对？没事，然后那就好，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看直播，不要有任何压力哦。其实直播应该通常都是配饭看吧，因为我之前看直播主直播的时候，通常都是配饭在看，然后配宵夜什么的。哦，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糜烂，每天都吃宵夜，然后吃宵夜就是蛮糜烂一件事情。然后配着直播主的，狂吃，然后狂看，好开心哦。那很久以前事情了。你要吃边吃边直播真的是蛮困难的，对我来说蛮困难的。你这啥声音呢？我刚做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吗？那是日常表现，日常表现。哦，米加乐说还没收到五月太久，刚好喷东西吗？我只是觉得很荒谬，五月还没有收到，真的假的？五月不是已经要八月了，三个月嘞。你是抽到，哎，对耶，对耶，我看到五月纸笔好像还没有出，我切的那一份还放在桌上的样子，我可能问一下姐姐吧，不知道问一下。乐乐说，我抽到的是 C， 那我会好好期待。C 上面旁边是不是写大头？就是最近的那一张。我记得我画的是什么嘞？哦，那张我觉得我画的蛮喜欢，虽然有点它是简单型的，但是我配版面来看是蛮和谐的。我相信乐乐应该会蛮喜欢的，女孩子应该会蛮喜欢。七月的话就不一样了，颜色的话就好好期待咯，颜色就是换一首歌，我们换一点纯音乐好不好？纯音乐，其实纯音乐真的比较适合配直播哎、欸，你不觉得吗？因为人生都够吵了，考试用、作业用、钢琴，好了，这个。小梁说，
没关系啦，限定版的之后再分享一下哦。所以小羊抽到是另外一款的，我记得你们两个有跟我说纸笔的事情，可是忘记谁跟我说是大头了。我只能说大头那张真的蛮漂亮的，那个背景来背景。但我觉得大正那一套的脸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泳衣那一套就还好，拍起来就是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妖艳的感觉，就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们男生知道，讨厌。你家就说画出阳光沙滩比，哎，我本来我想在下面写阳光沙滩比丘尼，但我觉得应该我又要重签，我干脆不要签那个相关的比目鱼也没有，我没有想到，反正就没有签那一系列的，我觉得会被退回。那他说。想我一年前的三月也是抽到大头纸，哎、欸，三月是什么啊？一年前三月是什么？那时候刚进来没多久，对不对？乐乐，那时候抽到是什么纸笔？我那时候纸笔一定就是很简约，比较不太敢签太多东西，比较保守一点，对不对？我记得，一年后的蜕变就是这样。我记得有说不会回放，官方自己说回放是什么意思？回放。生血吗？有成 ，Hello， 新朋友 ，Hello， 欢迎你，欢迎战士，你这什么表情？自己名字改这么快，这个表情是，你要做就做到底嘛。晴天说没有在线上，我还没机会。哎呦，欧乐比，欧乐比来了耶，欧乐比，谢谢欧乐比的指南针。没有在线上，我还没有机会那么快看到公演啊，哈哈哈。啊，也是哦，你也只有线上的话比较容易，如果是实体的话，哦，对，就是那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公演的晴天，我帮你拍拍手。天哪，那张红毛好好表现，我要跟他们说，因为线上的关系，很多海外粉丝有办法可以买线上公演的票，那麻烦大家好好跳舞。我应该是最没资格讲这句话的人。希望在国外看不会卡，如果是有限定人数的话，应该是不会，他。会有限制流量，所以应该不会那么卡，应该不会。如果是放在 YouTube 上面随便大家看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弟弟说，那应该是没差吧？暑假过太久没写字，字体就像小篆体，小篆体还算好，不是鬼画符就好了吧。这个正常，现在人都很少拿笔，除非是学生，对不对？你现在要我拿笔起来写字，我也都觉得要先练习一下，不然那个生写真没办法看。哦，那个字很好看，没关系，弟弟，如果你写歌，我会很开心的。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文字写文字给我传情画意的东西。Oh my god！ 我想说，之前打工的地方有同事刚好也是直播经啊，他就有跟你分享是不是？直播经济，我朋友也有当。某个平台的直播经纪，他就有跟我分享说，他带了几个人，说你签进来就是你带这样子，然后他一次带了100多个人，超多的100多个人，你可能什么事都要记得很清楚，我把它写在笔记本上，然后什么时候要提醒你的直播主做什么事情，100个哎、欸，然后他就跟我说，100个算还好，就是普通的量。OK， 又要站离了，换洗衣服啦！你干嘛晚上洗啊？哎、欸，鬼门要开了，晚上不要洗衣服，你家都提醒你。还好还没有。Hello， 草莓酱，草莓酱 ，Hello， 就不见儿。专门看直播，你说你专门看直播组是不是？我看还是你刚刚上面讲的。你是说接直播经纪那句话专门看直播主，还是你专门看直播主？哎，有差哦，差很多、哦。阿哲说去年三月小碎花那套啊，对，就是我们第一套生写真，对不对？哇，从那时候跟到现在，真的已经超过一年了，三月到现在一年半了，对不对？差不多一年半，好久哎，我们还有好几个年要熬。对啊，差不多吧，大概。预估在3-5年吧，3-5年我几岁啊？你们几岁？我几岁？你们要陪我一起长大、欸、跟着我一起长大、欸、天哪 ！Oh my god， 眼泪要流出来了。哟，老翁晚安。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关系了？泡茶的关系，喝茶聊天。哎呦，谢谢洛黎发效应的
心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礼物哎，心路历程。你现在是在帮我收集各种礼物的面貌就对了。你这非常因应的时事，嗯，你已经长大了吧？你以前从来不曾叫这样叫过我，你都叫我嗡嗡吧，就是比较就是塞那一点的用词。哎，现在不一样嘞，我们的角色怎么变得这么快？小梁说：“泳衣是怕肚肚不能见人吗？大正超好看，刚好我喜欢全身款的。那你买对了，我真的觉得六月真的，我觉得比七月，平均来说比七月还要好看。因为七月的泳装，可能是因为妆的关系比较浓，看起来比较浓一点，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六月的，应该是这样讲。对 ，Hello。”欸，这个叫特选，你可以把名字改成特选啊。特选晚安，特选，你的额头好亮，我的马猪，你很过分呢。你是吃到血泉口水是不是？今天还没有人这样讲，可是大家都喜欢这样子啊，都喜欢绑起来，绑起来舒服很多哎，就不用在意那些会垂下来。你知道跳舞不绑起来会跟萧伯一样。你们看到我们在舞台上挥洒汗水的时候，都是喷的满满的定型液，那这就不一样了。乐乐说去年三月是小碎花，我把那张纸笔换成大头贴了。哎，我来看看。啊，这个也太古老了，这个小原来是你，你是不是有上传到某个地方？然后现在如果在 Google 上打乌龙，就会出现这一张，这个是你拍的，对不对？哦，这个好久以前了，那个时候还是妹妹的时候。乐乐你跟我好久了，乐乐是我的，哎，不对耶，不能说妹妹，妹妹好像差很多的感觉，要说什么，我的好姐妹，好姐妹。今天说现在嗡嗡可以炫耀说有海外的粉丝哦，国际咖了啦，我有国际粉丝，我有海外粉丝耶，好感动哦！就是你知道走到国际，走出台湾这个土地之后，就是不一样的世界的感觉。你是榴莲博士啦，我已经获得榴莲博士的芳心了。榴莲博士是什么 ？Hello， 杰克，哎，杰克是不是之前来过？我看到你的勾勾了，杰克 ，Hello， 好久不见呢，哈，杰克。我看看慧香说，那个直播经济也有不少平台的直播主，不是只有签一个吗？就是直播经济只能是在某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是浪签，比如说100个小主播这样，还是他可以签其他平台的？这个有点不太对吧？这对吗？嗯，小梁，你喜欢我刘海哦？我看到你 tag 乐乐了。你是比较喜欢刘海，应该说大家都是哎、欸，好多人都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剪，我就想说拜托，那公司照要一年才能换，你们要一年后再跟我讲。但我觉得应该会啊，一年后我会变得不一样，已经跑了半年，所以是半年后才对，大约三四月的时候吧，三四月的时候应该会再换一次。不是啦，直播经济就是看管直播主是怎样预管哦。对啦，没错，那他每次都会带很多，我都会问那个我的朋友，他也是做直播经济，我说你这样不会忙不过来，他说其实也还好，因为平常只要提醒一些小事情，然后就没有其他额外工作项目，再来就是签新人，就这样。弟弟说除非是学生，可是我是啊，但比较常写数学和英文。你们现在应该也没有作业吧？不对啊，你已经好完事，你没有什么作业。现在暑假，你已经一个月没动笔了吧？啊，加上之前五月多开始三级的时候，所以你应该好几个月没拿笔了，对不对？事过境迁，又不是度过了什么大风大浪，必须要有这样的称号，或是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是你心境上的转变了，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对不对？啊，还是你觉得我不一样了 ？All the B， 米嘉乐说，我们看着嗡嗡长大，跟我们看着什么？等一下，
我们看着嗡嗡炸弹跟我们看着嗡嗡炸弹是有，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吗？那不是跟 IKEA IKEA 一样意思？你家人你在拐欸。沙师变特选，从上次我说你那个作文，欸，我当时到底说了什么？说你变特选，说你去写那个作文什么比赛之类，参加作文比赛，然后变特选的事情就到现在啦。你不觉得特选听起来就很 powerful 吗？啊，看看，阿霞 ，Hello， 阿霞，晚安，阿霞。米迦勒说：“油亮油亮的额头看起来好气色。”你知道我刚刚看起来，我刚刚把那个好气色看成好老气哦。为什么会这样子？没关系啦，这个你们再看半年也看不到了，好不好？我这样子每次每天一直被问什么时候换公司照，我真的是被问到头很痛了。伊凯，伊凯 ，Hello， 伊凯，伊凯。现在改版变成额头版，怎么样？你对我额头很有意见呢、欸？每次直播都要提醒我额头的事情。我把头发放下来，你们也说我额头怎么亮，我绑起来更是不用讲了，对不对？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细数，其实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有稍微看一下以前有刘海的时候，然后再回来念一下。我不知道是那时候我修图修太重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时候特别正。哎，人就是犯贱。知道吗？人就是犯贱。我花了好久才凑齐威望，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声线。米迦勒你好用心哦，但是我的声线比较少一点，因为之前也有休息一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已经八张声线没得买，八张声线哇！而且那阵子的主题真的很诱人呢，那个什么，我最想拍的是那个古风的啊，这个就要问欧乐比了。古风的那个其实是有拍，但是那时候还在休息，所以没有办法出。而且照片那时候我头发颜色是浅的，所以又不能用。对，这应该是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已经过了，反正他也不会再出了。我的确也比你小啦，不对，我只上传到 IG 上过吧。但是你知道那个吗 ？Google 图片，你只要打翁同勋，然后按图片就会出现哎、欸。是不是你上传的？你是不是谁在上面分享那个照片就永久留存在 Google 上面了？不对啊，乐乐，你没有比我小太多啊，你没有小到很多，所以叫妹妹没有到很就很不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 ？Hello， 失业自闭兔 ，Hello， 自闭兔，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不要生我的气，我要先跟你说。我看看哈，期待一年后的奇遇造型。如果这样子能过的话，我马上汇100万到你户头里面。如果这样的造型可以的话，我相信不可能，好吗？不可能。小梁说，一开始换发型会不太习惯，现在都爱了。欸，但是小梁，其实你是蛮后来才看我直播，就是才认识我，我们才互相认识的，对不对？在刘海那个时候，你那时候进来了吗？啊，有进来一两次，然后我就不见了，对不对？我就不见了啊，好像是，没办法嘛，对不对？可能之后会换回去啦。我真的是被讲到一个，现在开始想法也被改变，就是可能之后空气吧，空气刘海，就是。至少修饰一下那个光亮的额头，那个闪瞎你们的额头。好，好吧，翁，很不习惯呢。不是啊，你怎么了？你怎么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我的鼻。弟弟说，我每天都有写题目呢，但没有国文的部分。你说写题目是怎样？你说啊，写练习题型是不是？练习题型，现在还要写哦？你不是不用考试了？你不是不用了吗？乐乐说：“我们看着嗡嗡长大，跟我们看着嗡嗡长大这样的差别吧。我们看着嗡长大，我们看着不是一样吗？”嗯，乐乐，我们的公民老师帮我们解说一下，帮我们解说一下这两句的差别好不好？中文的博大精深，我还没有办法领会。
欧乐 B 说二十四张，有这么多？二十四张，比如说算一个月三张的话，七个月吗？是吗？是七个月的量吗？啊，八套，嗯，啊七。数学老师不要看我的直播。我上次我跟你们分享那个整形事件，就是数学老师啦。我们的数学老师跟我产生的那一段整形对话，希望他不要看我直播。嗯，八套二十四张，哎，而且还不算特点哦，特点也不算，应该算福利吗？其实特点我好像没什么看到人家分享过他们抽到的特点。特点是怎么样？是，一份里面有可能会包含一张特点，还是一定会包含？可是成员不定这样。一月汉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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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汉服，汉服没错。家君说喜欢滴滴，哎呦，谢谢家君的喜欢，家君，家君是新朋友吗？可是你之前有来过，你来过几次？三次，我看。勾勾是两次 ，Hello，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来到Wonder Xuan直播间。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直播音量转到最低，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病。没有啦，发疯发疯。小梁说我会期待嗡嗡穿女仆装，谢谢慧香的应援棒。我跟你说，小梁，你应该要看那个 Only Today，Only Today 的那套就是女仆装啊，严格来说就是女仆装。那套我有出吗？哦，没有，只有前辈们有出，但是我们没有出。我有拍的哟，可惜只有我看得到。之后有可能会出女仆，有说不定了。我可能偷偷问一下姐姐呢。乐乐说：“幸好嗡嗡的个人声写我都有，可惜特点很难收齐。”对啊，因为特点有可能有其他成员的，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会我不要，有谁，我不要放手，你告诉我的特点。一张特点，哎，假设我今天跟其他成员拍的特点，他会出几张出去啊？还是不固定的？这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个人的。Mika 老说我也只刚好拿到两套有嗡嗡的特点，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很久以前的。Olivy 说没吧，我心情常年处于高峰。你的高峰是指开心的高峰，还是愤怒的高峰，还是厌世的高峰？高峰有很多种高峰。阿哲说二期的声写意外比我想的难受，要看吧。如果是我的话应该还好吧，我应该没有到，因为粉丝就是固定的啦，所以你们的对手就是固定的那些对手。有点好笑，还是潜水的也是默默的在下面偷偷收了声写针。嗡嗡脑袋打，对啊，到底为什么那句话听起来不是一样？看着嗡嗡长大，看着啊，你是说一种是你们看着我，然后你们长大，然后我一起长大；另外一种是看着我长大，但是不是主要在你们身上这样的意思吗？哇，米迦勒，原来是这样子啊！没错，我打结了啊，鼻子好痒，天啊，我开始过敏了。等一下想去买一点冰来吃啊。简单来讲，就是长大对应的主词不同。我懂，我懂你意思，米迦勒。我现在转过来，我大概花了十分钟才转过来，怎么回事？天啊！一个是我们长大，一个是我们长大。啊！谢谢你，谢谢晴天，谢谢晴天，米迦勒跟乐乐帮我解答。刚刚真的是稍微反应不过来，我刚刚以为是 IKEA 跟 IKEA， 就是你知道最近留言出现大量的哦，那个 IKEA 我都念什么 IKEA 之类，然后用字打出来根本就是都看不懂，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那种。我以为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你知道吗？好吧，我搞错了。弟弟说，留言，我明年要统测呢，不写会出事啊？对，明年还要统测，对不对？我以为是今年的耶。啊，你今年是期末考欧趴，就是期末欧趴，然后统测完你就毕业了。对耶，统测跟学测的时间是不是差蛮久，蛮多的？学测是二月，统测是上次跟我说过对不对？四五月的事情。
你数学也不太行呢，别说了阿哲。这是谁？原子竹的联播。哎，原子竹，大声一点，不然我觉得听不到你的声音。嗨，想我了是不是？对啊，我想说来跟大家，就是五月份寿星来跟大家 say hi 一下。五月份寿星已经过了三个月了，孩子，我们上次才直播完，没关系，我们可以过整年，就说哎，那个十月的时候来，我们来过一下五月。每个月都来就刷一下存在感，十月的小黄书本，我好想你哦。对啊，你上次是不是要跟我联播啊？听说那个粉丝说你跟我联播，但我没有看到通知哎、欸，你是我以为你走心了，你知道吗？没有，我说我不要跟你直播。你这个人，你害我很紧张。我想说，我明明看着荧幕，我看着荧幕，然后没有说联播通知，就想说是不是我干嘛？我是不是漏掉了？我说不要。你这个人很过分。我都没有拒绝你了，你每次联播我都没有按拒绝。如果按拒绝，我会不走心。你会不走心？好啦，你会不跟我说话？不会不会。但我觉得我们的八分音符奖他们一定很喜欢。怎么？你要再一次啊？你要再玩一次啊？马卡龙，马卡马卡龙，马卡。今天没有马卡龙，不能马卡龙。没有食物诱惑就不玩了。今天有炸鸡啦，我刚吃了炸鸡。欸你吃鸡块哦？这是鸡块，也是炸的啊！哎、欸，你很会挑时间呢、欸。晚安。你是在吃播吗？我刚吃。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我吃完才播的。你播到几点啊？今天？今天播到想你多一点。谢喽。他们教我。我就把眼在他后脑勺去了。他们教我的。你自己也很会好不好？每次都讲那种让人家翻白眼的土味情话，有吗？没有吧？你都教坏那些前辈，那些年纪比较小的前辈，哪有？乱讲！我真的不想讲。他们那是他们自己本来就是有天分，我只是就是让他们鼓掌吧，就拉呀，好讲你。不需要，不需要，我帮你撑个竹竿在旁边。不要，先不要，拜托。他们年纪还小，不要荼毒那个现在的青年，行不行？他们说我老油条啦。哦，你是说你是老油条代表吗？之前看谁的那个公演的时候啊？哦、对，队长大说、欸，你知道吗？你就是一根油条。你竟然还那么开心的说，对我就是油条担当。你最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你喜欢油条。那很好吃耶，烧饼行吗？我可以包住你。可是烧饼我没有那么喜欢吃耶，不要好了啦，你想别的比较好吃一点的食物。没有啊，我只想表达我们两个是天作之合。你可以当那个细细的油条，然后烧饼比较胖，我就当那个胖胖的油条。那你为什么不当豆浆？豆浆不要啦，豆浆很不好说吧，不要吧，我觉得等一下下面有人就要说开车。真的假的？这是开车吗？哦，你说说。不要吧，我没有豆浆那么白。OK，OK，OK，、okay. okay, okay. 不要再说了。什么？下面有人说他是老油，哎、欸，是不是你的粉丝啊？玲玲的保温瓶来说你是老油条，玲保对，是你的粉丝，把他抓，把他领回去，领回去。他说。我真的听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这个车到底开到哪了。就是不要吧，不要比较好吧。Okay, 好，没关系。啊，还有一首歌啊，一首歌叫《豆浆油条》啊，那个啊，什么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不要啦，不要啦，我想当烧饼。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适合搭在一起，配在一起吃才好吃，就像五月一样的。说真的，我不是很喜欢烧饼油条，我觉得烧饼油条搭在一起很不好吃。你这个外行人，你如果只吃油条的话，你就不是台湾人好吗？烧饼就是要配沙拉啊！好饿啊！哪有烧饼就是要配沙拉？邪魔歪道，什么东西？那东西大家有没有人吃过烧饼沙拉好吃的？在下面加一。你应该说的是营养三明治，就是拿去炸的。没有，它的那个没有，它的那个食物名称就叫烧饼沙拉。我家附近的油豆也没有这样搞好吗？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这边没有人附和你，这边没有人附和你。我看了下面，完全没有人。我跟你讲，我有发现，我这边全部打零零零零零减一，不是减一减一减一，很好，很有默契，很好吃。你怎么会喜欢吃这种听起来就不是很常人会喜欢吃的东西啊？真的很好吃，你下次试试看烧饼沙拉。不要吧，我觉得我会拉肚子。你不喜欢烧饼的人，你再跟我讲烧饼沙拉。我觉得沙拉，哦，我觉得油条配，我觉得油条配豆浆好吃。对，麻辣锅也不用质疑。对，油条配什么都好吃，可是烧饼就比较难搭一点，对不对？难搭。那你烧饼沙拉，你就吃你的营养三明治。你吃过营养三明治吗？吃过啊，我觉得普通。你没有吃过真的好吃的基隆的真的营养三明治。Oh my god， 你看是吧？你会爱死它。有可能是竹妈，就是有一阵子，因为我家附近就。你家附近有开哦？对，以前，然后我好像连续一个月吧，午餐都是吃营养三明治，我就再也对这个食物再喜欢。哦，难怪哦，那个是叫甜蜜的负荷吧？如果要我每天吃，我一定很开心。我想说，如果你家附近好开的话，我直接杀去找你练舞，然后再吃营养三明治。没有了，太远了，你家真的超远的，没开了。我上次去你家一个一年前的事情了，真的假的？刚开始你记得吗？我们那时候mini concert， 我记得。对，我记得。怎么跳？这个啊，在用力牵彼此的手，是这样吗？这个吧，彼此的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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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好久没跳，我怕我会忘记怎么跳。现在不会了，现在连爱哒嘎哒都不会跳了。不会，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耶！好啦，反正那时候就是在你家练舞，好怀念哦，二期生那时候混在一起的时光。现在分组之后就很难见面了。他们说是不是竹马工具的？为了避免屋顶被洗白，对。什么东西？你说竹妈怎样？禁止你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走心哦。我会走心之后把我封在外面。我会说：“姐姐，原子柱排挤我。”真的尽量不要去串门子啦。什么东西串门？你说去你们家是不是？尽量我说尽量不要串门子。你说直播串门子还是去你家串门子？有差、哦。去我拉家串门子。只是因为那个练舞室，我可以就是说，哎、欸，那个猪猪，我们一起来练那个新的歌之类的，然后就是租借你们家教室，那就不算串门子啦，那是合理使用 ，OK。哦 ，OK， 没有问题。那你们家练舞室对猪吗？嗯，真的哈。Hello， Sailing。哎、欸，我刚刚有人说什么？我看看，完蛋了，忘了。对，没错，我们大家都忘记，你知道多久没跳了吗？那个 mini concert 距离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耶。你们 reset 公演什么时候开始的？去年九月。哎，你有唱过《勇往直前》吗？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哒哒哒哒哒，当然有啊，那是 mini concert 哎。我还真的吗？我还活着，那时候我还活着。你惊讶个什么劲啊？那时候我们我们没有唱啊。你们那组没有？不然你们是唱哪一首歌？当樱花灿烂，盛开有你。啊，对，那个爱嘎嘎哒，是不是你们？还是那个？是你们？我们。你们怎么都唱那个比较复古的歌？我们都唱新的耶，就是后来出的单曲的歌。我后来才发现，你没有跳过《勇往直前》哦，没有跳过，好可惜哦。那首歌裙摆会飞起来耶。我跟慧慧都没有跳过。阿力也有啊，你把阿力放哪里？阿力有跳过，阿力是你们组的呢。之前那个表演的时候，他有跳过。表演？什么时候？哎、欸，那真的好久了，我完全想不起来。现在我们只记得 reset 的事情，被 reset 洗脑了。乘着温暖的风，睁开眼眸，把过去击破。哎、欸，我会唱。欸争取一下，然后到下面就会说你是不是要表演这首歌？没有，抱歉，不好意思，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练习，所以 reset 没有。
为何嗡嗡的飞起来动作有点母汤？什么飞起来的动？哪一个？你刚刚那个裙子飞起来的有点母汤。会啊，它会飞起来啊。那个那首歌还有什么？那个这个是哪一个？星空的错误也会飞起来啊！啊，超级棒的视角。你为什么有点俗气啊？这个屁股，这个不是好俗气哦！真的，我发现有一些古装可爱的歌，只有是一个多么可爱。我盘点一下 ，reset 就是那一首歌飞得特别高，其他也没有啊，也有吗？没有啊，就那首歌而已啊，对不对？大家仔细看一下《星空的错误》，好不好？细节，乌吼也会飞起来啊，乌吼是整个人会飞起来。噔噔噔，呜哇呜哇，没有啊！你认真跳，你整个人会飞起来。啊、这个他要皱眉头了，他不知道，快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好不好？大家知道攻击谁了吧？哎呦，怎么办？女主不知道，下面有人提醒你了吧？害羞一最丑，看不看？是只有我。不是，我跟你讲，你问二级生，应该每个人都不知道。害羞一见一的的的的什么？什么？你在唱什么？这个。滴滴滴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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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已经退潮流。对对，好，有人提醒你哦。好，不行，加油。好。二单歌词，我总觉得这句话很耳熟，可是我有点忘了。你要小心，粉丝现在都很爱考这个歌词，他们会打一句歌词出来，你把它念出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会开始被攻击了。是我上次我的 reset 还是我的宝宝们给我提词的？你的意思什么？你是说在公园里面的全部首歌，每一首歌都会忘一两句，他说他们帮我提。你是说粉丝帮你提词？对，你最好看得到啦，那么黑耶、欸，工业几乎看不到人的。直播的时候，直播，我在复习，叫就请他们陪我复习。哦，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啊？你看看你是不是不应该？我就忘记了。你到时候被那个老师听到，你会被念哦，老师会很生气。说怎么样？现在不会歌词。有没有很像？我有直接很老实跟老师说，老师我需要复习一下。老师开始傻眼吧，老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他第一次遇到学生跟他说不行的，他就这样，好，他无奈哦，他很累，你不讲话，老师直接会开骂了。老师我要申请复习。对，天乐老师，那个天乐老师，好，然后天乐老师的词真的是非常的艰深。哦，真的艰深，不觉得吗？我们歌词都蛮有、欸、我的。那我的所有练过的歌词，我全部都是用手写的吗？你有跟我说啊？那时候我有问你们说，哎、欸，你们歌词都怎么背？然后你就跟我说，一定要手写才会记得。你好像也是手写的样子。嗯，可是这样效率很低哎、欸。你写一次、两次、三次，时间都没了，结果还记不太住，不会吗？要边听音乐边写。就是一直听，一直写，一直听，一直写，然后到这段歌词时就跟着唱，然后就继续写下去，然后再跟着到歌词，然后你这就会背起来了。哦，真的有用是不是？嗯。那我来试试看，我觉得很需要。哎，再来，如果 reset 超一半没有跳，哇，那歌词真的是非常多。到底怎么背 reset 歌词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是吗？对。reset 没错，你那个时候你记得刚开始你们要跳的时候是一次要背全部歌词的吗？你刚开始要上 reset 公民。Oh my god， 这个比你 concert 还困难，我们这年纪了，记忆力不行。可是你哦，我年轻， I'm sorry。我们两个差没有多少好不好？你以为我们两个差很多是不是？我们差很多，差超多的。你现在年华老去了，阿姨，18岁。
敢讲，我不敢听。你十八岁，你十八岁，你看起来比我还老。我跟你讲，我这叫成熟，好不好？你这看起来叫什么？你这个叫我跟你讲哈，那个青春的少女 ，OK， 少女才会这样绑啊，那阿姨才不会这样绑嘞。没看到那个模范生，拉我头，拉我头，拉我头，哇哇！哎、欸，你要不要明年，明年的那个公式，哎、欸，公式照改成全部绑起来？哎、欸，我其实有在思考这件事情，我的刘海可能就是放旁边之类的，我但我还没想好，我还没想好我新的发型想要用什么。你公式照应该还是会保留刘海吧？我在思考、欸，哎，不太知道。可是大家觉得如何？我觉得你有刘海比较看起来比较好、欸，哎，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呢？你要不要大波？你讲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吗？对，我觉得半屏山好像蛮适合。半屏山，你是认真的吗？欸、大家都说刘海比较好，之后你说半屏山，这个参考价值是零吧？好看哦。你的公司以前的公司照片不好看，不好看。但我是说真的，我觉得你刘海什么发型？我看一下有什么发型适合你。空气刘海吧。目前我应该想明，我明年已经想好了，我应该不会保持这样，不然一直被抢。我真的是做啥？哎、欸，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八字刘海，到这里的八字刘海。我现在是八字啊，我现在是八字啊。可是你现在没有一个型，你知道吗？你就是很直的八字流。我们也只能直的呀，二期只能直的呢。你是耶，你的那个公司我不是直的。哎、欸欸，还是你要试试看眉上刘海。眉上吗？你知道眉上的话，那个要颜值很高哎、欸。眉上你下来一点点，你大概这里，然后要真的是很齐的，没有空气感什么的那种。你再下，你没有，你再下来一点点，你再下来一点收。认真吗？在我想说感觉蛮起刘海耶，蛮修你脸型的，我觉得。有脸够长了，我可以试试看了。反正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我留刘海，那就回去吧。看起来也比较年轻。但我觉得目前如果 TP 来说的话，不是适合没有刘海的，应该是摸摸前辈。我觉得我也可以啊。我之前一开始是没有刘海的、啊，可是我喜欢你有刘海耶。嗯，都可以啦，我两个都可以。是啊，是不会违和，也不会觉得哪个特别难看，哪个特别好看。但我觉得 TP 最好就是没有刘海的，应该是某某前辈跟宝贝。我跟你说哦，我跟你说哦，婷姐说半屏山，我觉得汪汪做那个弄起来一定很好看。半屏山不就这个？来来来，半屏山。我虽然我没有洗头，我跟原子族一样没洗头，我已经包几天了。半屏山不是？哎呦，它已经定型了啦！半屏山就这样子啊，就跟我现在不是一样。我现在私底下也都是旁分啊。哎呦，这怎样？是定型了？好，不要，不要，先不要，先不要，看起来有点糟糕。你要很蓬，哎、欸，有人玉法、欸，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也超适合的。玉法是什么意思？一玉法。提育法，我查一下。提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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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育法。我也觉得你蛮适合的。提育法，提育，你知道是头哎、欸？是，我刚才很认真的提，你是认真的吗？你知道提育长什么样子吗？是 Hello， 你还认真跟我说晴雨？对，你跟他长得很像啊。晴雨蛮帅的，好吗？你们是不是对晴雨有什么误会？晴雨蛮帅的，还是我剪一个极端法？我就跟不用跟你们不用跟你们竞争长头发的部分啦，我就是短头发。不行，你要头发，你要长头发。哪有？搞不好我剪男生头发之后就圈一堆女粉，搞不好你也会爱上我嘞，原子族。你的表情，尊重哦，尊重哦，好吧，我好喜欢哦。好，够了，够了，够了，我绑回去，够了，够了。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白啊？你的那个滤镜也太白了吧？你有打那个圆形灯吗？我之前是问过你、啊，我打圆形灯啊，你看我眼睛大、啊，为什么啊？我打圆形灯没有，你看超级暗的耶。我打两颗啊，居然吗？公司送那个圆形灯是不是？就是我给你看看一眼哦、喔，因为我后面有点乱，我想看一眼，我真的觉得很暗耶、欸，太大了吧？开两颗灯，难怪你这样看起来真的超白的。你今天到底几点下播呢？你没有跟我讲哎、欸，可能十点吧。十点？哎、欸，还是你剪鸡发、啊？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蛮适合鸡发？鸡翅吗？我有想过啊，鸡翅发型，可是它绑不起来，这样会变成跟女鬼一样。啊，你很认真帮我想哎、欸，这是明年的事情了，明年我们再来讨论。不行啦，我要想一个还可以帮你修脸型啊，头发就。鸡法应该是不太会成真啦，因为它不好粘，不好打理，它没办法全部绑起来。到我觉得你眉上配鸡法，这个人超真的假的啦！欸、我如果剪的不适合的话，我就把那个，你就杀了我光好了。我感觉这个风险很大，你先买，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先买一顶假发。假发，对，买一个假发试试看。我相信，对，不然我干脆戴假发好了，戴假发就不用剪了，这样不错吧？什么？我没声音？你刚刚讲话吗？随便你。什么？哈？哈？随便你。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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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我是故意的啦，你干嘛那么认真嘞？你看这个粉丝他们，天哪，第一次看到。好了，别讲头发，别讲发型了。我觉得讲发型的话，我被攻击的几率又要变高了。天哪，为什么？因为额头很高很亮啊，就没啥好说的。我额头也很高啊。你这样不算，你这样刚好哎、欸，你这样应该算心形脸吧？脸型是心形的吗？还是什么？我是很小，我不知道哎、欸，反正我没下巴啦。有啊，算很小，这个算小瓜子吧？是小瓜子心形吗？就是这样子，心形。你是长脖子型。长，你现在是已经被调侃到变成自己的特色了，对？你不是本来不喜欢吗？我已经不在乎了。你已经内敛成自己的就对了。我看看。病毒，你现在剩二十分钟，我要下课。我今天播到10点半。祖祖现在的表情蛮可爱的、欸，真的哈、哦，是是是，可爱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哈、哦，好可爱啊！你赶快回去跟你的粉丝直播。好啊，拜拜，再见。拜拜，我再帮你想想看，我再帮你想想看，你有什么？啊，我说我再帮你想想看，你有什么适合的头发？没关系，我们可以真的半年后再来讨论，半年后说不定想法不一样，你就会跟我说，哎、欸，你要不要真的理个奇遇头？我真的觉得很适合你。半年后的想法啦，好敷衍，你看下面好很多人都说好敷衍哦，到底是谁？是原子族敷衍，不是我啊？我很热情，我每次很热情招待他，很热情的。只有他，你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Hello， 哎、欸，果果来了耶！拜拜，我不跟你聊了，我要跟果果聊，欸、再见。很过分。拜拜。好了，爱你，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拜拜。拜拜。拜拜。哈真的是很敷衍我。你们说的敷衍，你是在说他？我来念一下刚刚的留言好不好？因为我发现这个留言动得蛮慢的，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好，有机会。有，我看到了，是个先前的留言。我们来念一下，他总是会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子竹，每四包送一张啊，要到四包才送一张就有特点。可是那个特点能指定吗？有没有可能你四包里面送的特点是就是不是自己指定的成员？比如说你现在指定我好了，然后那特点里面没有我之类的。我不知道，我假设护理师那一套我刚好没有啊！你们现在在交换，
天哪、啊，天哪、啊，这个有点感动。被我看到你们这个交换的瞬间，虽然我知道 DC 也会有交换的那个专版在上面。终于懂了，米迦勒费尽千辛万苦想让我懂他讲的那句话，你真的很用心。因为通常这样都已经放弃我这个学生了，就你还是很认真在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二期生的量比较少，真的不算特别好。你是说出的量吗？应该说这样子，买的量不多，所以如果要交换的量自然也不多，因为你时间一截止的话，量就是那一些。不包含公司手上，就是你们自己买到的那些东西。如果量多的话，当然就另当别论，脱手率也会比较高一点。乐乐说，嗡嗡目前的升学证有去年3月到7月，今年5月到6月验试和两次会员升学。哇，你怎么那么熟，乐乐？我要哭了，我自己都没有这么熟悉，你竟然比我还熟，是不是要来改变一下我的做法？我要当一个认真的。认真的王道偶像，哎、欸，你们觉得我适合吗？当王道偶像，就是不跟你冷消微，不跟你三三八八，就是当个王道偶像适合吗？这你们是不是就会觉得啊，不爱我了，讨厌？Hello， 佑音，晚安，佑音，好久不见。乐乐说：“恭喜嗡嗡终于渗透国语文的奥秘了，谢谢。这边有很多文组的前辈们，我该说前辈们吗？哎，想当年我也是文组的一条龙，哎，自己讲一条龙。等等，我要喝水，我需要渴。等一下应该想来喝个手摇杯，不知道有没有买。哎呀，杨公公，杨公公来啦！谢谢杨公公的姻缘吧。统测在五月，幼婴也是要考统测的人吗？”自闭兔干啥、啊？点点点，你是说哦 ？OK， 刚刚跟竹竹联播是不是？先不要。哎、欸，生日会组合重新哎、欸，我们刚刚有没有意外的声音频率变比较低一点？我是真的是体贴到大家，因为受上次五月生日直播的摧残，这一次好好的收敛一下，有没有？你看我，请注意手机音量，我已经关掉一台了。什么？你们刚刚是不是看到我跟竹竹联播就故意把声音关掉 ？No No No， 刚刚真的蛮小声的。这是新的打招呼模式，甩手吗？哎，这是刚刚的留言，对不对？我来看一下这之后的。谢谢花，哎，花生来了！谢谢花生的指南针，花生最近忙吗？花生，他很油条比丑。你看，竹竹的粉丝跑过来跟我讲竹竹的坏话。我看一下之后的留言，刚刚已经稍微有念过了，对不对？这个叫我给你们活力充足的联播。哎、欸，我跟竹竹待在一起真的是满满的嘲讽，没有啦，满满的互呛，我们两个风格啦。可是我跟阿丽就不太会这样，我跟阿丽是怎么样？好，也是蛮屁话，我们三个搭一起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原来是半瓶山车神，失敬失敬。说阿哲那个官网上面的那个放赛车这张图的那个 FB 账号是不是你车神啊？那个你们知道吗？猜出。乐乐说：“我刚刚很认真的在思考，真的是那个奇遇。我刚刚也想一下，是那个奇遇，好像不可能吧？刚的表情这么认真，刚主角那么表情那么认真的帮我思考，应该不会是奇遇吧？好过分哦！之后就看不到了，你们好好珍惜。其实我会这样子是有一个原因啦。我从小到大的发型都是啊，给你们看一下照片，你们应该看过以前小时候的照片啦。这边有这个啊，阿细啊。”我把我墙壁上的那个这个粘下来了。嗨，我刚下班洗澡完，吃完水果来看你直播了，说谢谢。你是叫我说谢谢吗？你这水水总是不让人意外呢。你太晚来了，水水，所以我不能跟你说谢谢，你要跟我说对不起。除非你是 M 啦，好不好？你看，我以前到大，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我以前要剪那个刘海是被极力排斥的，到长大高中的时候，我才有自主意识，才有自己的头发掌控权。
我会这样是因为我非常迷，我跟你们讲，我非常迷古风的东西嘛，什么古装剧啊，这种古风音乐啊，任何跟古风有关的，甚至我还想要回到可能500年前或者1000年前之类的生活，就是搞不好那时候我是那个年代的人，然后我又转投胎转世，投胎转世到现在，我就是幻想这些很莫名其妙的情节，我就觉得不行，有刘海就是破坏了那个我对古风的幻想，所以我就要先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可惜我现在的个性好像不太适合，我的个性不太适合。不太适合用这种气质的发型跟你们分享。我看看，哎呦，这都多久以前的留言了，嗡嗡这次竟然还记得，太神啦。我刚刚喊了什么留言，我刚刚喊了什么留言，米嘉乐，完蛋，我又开始了，我开始记忆力不行， impossible 啊，你是说那个吗？王道偶像是不是？王道偶像来啊，我们可以试一次试试看。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你们反正你们是要见证我们一起啦，不能说见证我的长大，应该是我们一起长大，一年一年的变老。这样的话，说不定可以看到我的蜕变啊，对不对？从一个萧伯啊，从一个姨变成一个偶像的过程，怎么样？很励志人心吧？代表说哪？无论上 路上任何一个意义都可以成为偶像的概念，有没有？很励志人心。乐乐说，我今天刚好在整理生写册，哈哈，就顺便翻起来数了。真的，你真的有看到生写册？我之前曾经看过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这个圈子的，不过他不是偶像圈，他是女仆咖啡厅圈的，就是他会去跑店，去跑卡女仆咖啡厅店，他就会去跟那个女仆合照，买一张那个快拍，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立可拍吗？拍立得，对，拍立得上面还有他们的签名，他就会有一个册子，里面是收集他喜欢的女仆跟女仆合照的，或是女仆自己的照片，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不是跟你们所谓生写是一样的概念？我那时候看到他的册册，我竟然有点心动，有点想收集那个册册去给女仆签名。哎，那女仆真的有点香，你知道吗？那个女仆嗡嗡当王道偶像，对啊，乐乐跟品涵一样，怎么样？不错吧？有没有想象那个想象的画面有没有出来了？什么官网 ？FB 的官网，就是在下面有一个人总是会留一个赛车的图片，那个人始终还是不知道他的身份是谁，我合理怀疑是阿哲。那不是我，还是你就叫阿哲啊，你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阿哲。我看看哦，乐乐说岳母大人以前晒过很多小嗡嗡照片，好可爱哦，小嗡嗡。我必须说小时候的我也没有比较讨喜，一样是叽里呱啦的。好烦哦，怎么会这样？我也想要当一个气质的女生啊，乐乐。没错，而且还是嗡嗡跑去厕所培养感情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倾向了，现在如果有的话应该也算是非常稀奇的瞬间了。创新创了 TP 的新的历史。你要想耶，假设如果是01前辈，他算是播了8个小时，我这个这段时间一定有去上厕所的时候吧，对不对？不可能8小时都不上厕所，所以一定不是只有我这样， OK。古装可以找诗雅，诗雅前辈也是喜欢古装的，是不是？我可以自己出啊，我都想买那个公司那一套古装的衣服了。这追留言的速度有提升，有进步没有？我跟你说，米嘉乐，是因为今天的留言比较客气，留的比较客气，没有大量的噗，还是因为今天话题比较单一的关系？我觉得是哎、欸。地毯吗？地毯什么？等一下，我看看。立刻拍不是小梁拍立得哦，我每次跟他们讲要拍立得，我都讲不太出来，我都想讲立刻拍。没错啊，他拍了马上可以出来，就立刻拍不是？乐乐说女仆店都是卖拍立得吧？我也有拍立得，真的假的？所以乐乐你会去跑店哦？你会去跑女仆店哦？说不定我们会哪天遇上哎、欸，因为有时候我会陪我朋友去跑女仆店，我朋友也是超宅的。真的是宅到不行，他是什么都宅，他宅女仆，宅动漫，宅游戏，什么反正就是很宅。
有时候会陪他去跑女仆店，说不定会遇到。Oh my god！ 我是不是不应该说？可是哪一家你们就要自己去看看。我 FB 是本名，哎，你本名是什么？叫做是阿哲，一定有哲这个字，什么哲之类的，对不对？哎，塔瓦哥今天比较晚哦，塔瓦哥，塔瓦哥忙什么呀？塔瓦哥。幻想说八小时不上厕所会，对啊，我就说八小时怎么可能不上厕所？如果哪次我真的想开了，说要来一个马拉松联播、马拉松直播的话，说不定可以。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把握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先不开一个支票出去。那开始刷了吧 ，All the B 没有。我跟你说，照这个今天的情势看来，大家今天都蛮内敛的，那就算了，我们就维持这个节奏吧。我相信 All the B 一个人也没办法一次叽里呱讲吧，对不对？谢谢杨公公的指南针，杨公公，如果你可以多说一点话的话，我会很开心。强迫你们从水面浮上来。哎、欸，我不懂哎、欸，你们有些在那个潜水被我 Q 到，有些说，为什么要 Q 我？谢谢店长的应援棒。你们是比较害羞吗？不太敢打字，对不对？还是怎么样？还是怕我 cue 你们，然后我会讲一些母汤的话？没有。今天很多人开的关系吧？哦，都跑掉了哦，原来是这样，好难过。我也是会难收的哦。米家乐说。聊天室刷起来，就你们几个人的力量，我看可以刷到让我延迟几分钟。人生还没踏进女仆咖啡厅过，米加乐，你踏进去你就出不来了。他们会有魔 A 魔 A 啾，对不对？还有一个蛋包饭，爱心蛋包饭为你施魔法哦，真的蛮可爱的。有些女仆真的正哎、欸，正翻了，连我都觉得很正，近看也很正的那一种。米加乐，你还是别去了，我觉得你会晕头转向，不行，米加乐。不行，我会生气。天哪，我用这个光额头讲话好没有说服力哦。我开始想要遮住这个遮羞布啊，遮羞布遮住了。走啊，女仆店见啊！哎，可以，说不定哪天会遇到，搞不好我们去了女仆咖啡厅是同一间。我只知道我朋友特定喜欢去哪几间，他有喜欢的跟认识的女仆在里面，但哪一间我就不说了。店长说立可拍跟立可白是什么关系？他们是立白带系列，没有啦，不能帮白带打广告。或者像说之前三集开始前也跑，等一下，所以你们其实都会跑女仆咖啡厅。Oh my god， 我是不是太晚跟你们谈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其实跑女仆咖啡厅也是。蛮久之前的事，说不定我们擦肩而过。那时候我可能戴着口罩，因为我去女仆咖啡厅通常都是戴着口罩的，有点害羞。我看那些可爱的女仆怕我会露出猥亵的表情，然后他们就会请我出去。我才买了一杯饮料，还没坐多久，我就要被请出去，那感觉很差。因为一杯饮料也不便宜，你们知道吗？亚素说：“哎，亚素来了是不是？哎，我刚刚看到麻油有买女仆装哦，真的、哦。”那我应该要叫麻油穿的，麻油身材这么好，一定要穿一下。欧乐B说还好不是跟朋友去当女仆，不行啦，我也不能兼职啊，对不对？当女仆的话，我觉得不太适合啦。你们想象一下，我当女仆，不然哪一天好了，我穿女仆装在直播上，整天都用女仆的方式跟你们，就是跟你们对话，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受不了，马上离开直播间，太恶心人了，知道吗？小梁说：“嗡嗡该借公司衣服自拍。欸”哎，我也是有那个水手服的，但水手服已经出过，之前在生日，去年生日的时候穿过。啊，你们是喜欢看这种角色职业 play 的、哦？来啊，许愿一下，我考虑一下，姐姐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我开心就出，我开心就出。我 FB 也是，杨公公，你应该是杨叉叉。有在哪一篇文章出现过吗？我可以去看一下，我就知道你是哪一个了。看看，本名先保密，总之一定有折。如果你有买会员的话，我一看就知道哪一个是你。哎、欸，虽然有折的很多、欸，哎，你知道看会员的那个签那个土签的，都看得到名单，所以有折真的是蛮多的。我大概是认不出来，你告诉我姓好了。
回回帅，回回害羞吗？回回你当爸还害羞吗？通常不是为人父母，通常个性会变得不太一样，就是变得比较天不怕地不怕，为了小孩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这跟这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应该是会。你害羞吗，回回？我感觉没有哎。晴天说害羞已经退潮流，来，晴天这个是回的，帮你讲一下。店长害羞吗？没有，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害羞的不多。还是你们是那种，哦，我之前讲过啊，就是你们属于那种直播话很多，打字打打字谁都会嘛，就是害羞的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健谈高手，就面对面的时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哦，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哪像我如此专一，是吗，弟弟？弟弟专一是不是？但你真的没有跑过吕布咖啡厅啊？哎，我是真的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么香，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跟吕布合照。Oh my god， 真是香到不行！呜呜，好香啊，弟弟好香啊！失业兔说晚上五到八，这么多是不是？好吓人哦！所以你们现在留在直播间的我真的是痛哭流涕啊，感谢你们欸。对啊，非常的非常的专一哦，没想到我的直播间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人。我要打苦情牌，你们吃吗？苦情牌吃吧吃吧。我真的很谢谢你们陪伴我，我是个孤单的独生女，平常都没有人要陪我玩，我也没有朋友，我只有工作加工作加，我没有朋友。你们这样对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们。我示范一下，示范一下什么？你说女仆还是什么？刚刚小梁上一句是说什么马有女仆装，对不对？我只看舞台，哪舞台？窝头熏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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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哎，小千，你今天干嘛了？小千，谢谢小千的玫瑰。小千忙哦，啊，小千大事业哦。嗡嗡也可以穿女仆装。哎，你们真的想看吗？亚素，你真的想看吗？还是我 cosplay 一下英雄联盟的角色，好不好？亚素有 CP 吗？没有吧？亚素没有 CP 的角色啊？亚素有。亚素是不是有一个 CP？ 另外一个女生是谁？哎，我真的忘记了。亚素跟谁在山洞里？那个是谁？是阿卡丽吗？不是阿卡丽，谁啊？我真的不记得了。塔利亚，塔利亚对不对？是亚素跟塔利亚对不对？好像是哦。看过阿布前辈在女仆咖啡厅的影片，笑死。哦，你说阿布前辈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对不对？有拍那个哦，那个女仆咖啡厅是可以拍的吗？我记得是不行。总之，米迦勒真的很香，很香。除非如果我扮女仆咖女仆，然后就是在直播直播的两个小时那一只扮女仆来服侍大家，你们就不要跑了，你们就不要去女仆咖啡厅，女仆咖啡厅，女仆咖啡厅。对，我刚嘴巴打架。店长说：“我进去女仆和执事过，但没想再进去。”陪同为什么？现在执事台北的都没了，没有半间了，完全没有，可惜呀、啊。那时候本来想进去的就已经倒了。本来去北车的尾巴，不是之前有一个女仆咖啡厅跟执事嘛？女仆的还在，执事就倒了。现在台湾就没有再出了，好可惜呀、哦！人家想进去的，我想进去看看，想进去体验一下。为什么、啊、店长你不觉得很香吗？乐乐说：“我已是困难的，没没酒。”哇，好羞耻哦，好羞耻！他们会说：“主人，我来帮你这个施，帮你的蛋包饭施个魔法，那你要跟我一起喊这样子。”我那时去日本的啊，我宅的方向不一样，不然你宅的方向是什么？你宅的方向是动漫宅吗？我相信不管宅的方向是什么，应该都抗拒不了女仆咖啡厅的诱惑。对，真的。谢谢小梁的掌声鼓励，刚刚羞耻演出。兄弟关系，等一下我看，兄弟关系是什么意思？兄弟关系，慧香说我是偶尔跑一下，你都跑哪里啊？
说不定我们遇过哦。你跑哪里？你跑哪个区域的？米迦勒说我齿力不足，我可能真的待在那边动不。他们会跟你说，那你要跟我一起喊，主人要跟我一起喊。啊，好羞耻，好羞耻哦！我那时候也好害羞哦。Oh my god！ 天哪，我就想要就怦然心跳哎，怎么会这样子呢？重点是那个女仆真的是超级正，正到翻掉了，就是翻了大概300圈吧，300圈。还好我心里只有你们，你的心里太多人了，我大概排在不知道已经第几名了，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往后了。欧乐冰，你知道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我已经感觉到我在你的心目中排名越来越后面了啊，可怜啊，可怜。乐乐说女仆们对女孩子都很好啦，安啦安啦，哎，真的，他们会很温柔，那时候非常的害羞，就是。跟他们一起磨玩具完之后，我就害羞，我就把脸遮起来。他就说：“啊，你不要害羞啦，你好可爱哦。”然后我就：“哦，不要靠近我，我觉得我心脏受不了了。”哦，真的，他们对女生都非常的温柔。我去的那一间啦。欧乐比说：“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说我王道偶像是不是？还是女仆吗？哎，别想了，你不是真的想看吗？看看哦。可以先试试看吧，我倒是你们说不定人爆满。等一下，你们是真的想看是不是？你们现在这些留言都是在讲女仆装是不是？你可以跟马友姐，我觉得那个上围的部分我可能 handle 不了，因为如果是马友的女仆装，我应该没办法穿，因为胸围。你懂得，你懂得。阿哲说：“我会好好记录这个未来的黑历史，说不定这个黑历史永远都不会出现了。”你这样讲的话，期待我红女仆装，这样吗？既然已经超过5个人讲了，是吗？是超过5个人讲了吧？米迦勒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可能一看到服装就离开直播间。所以你到底是想看还是不想看？还是说下次见面那个握手会或是什么？”什么约会系列的话，可以穿个职业，比如说 OL 啦、女仆啦。哦，这真的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制服啦、老师啦，还有什么？到底还有什么职业是你们会喜欢的？我刚刚讲的以上应该都是充满幻想性的职业装吧，不能说职业啊，职业装比较好。来一个花木兰的造型应该不错，看。只有晴天说的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花木兰我真的是蛮想扮的，因为是古装 OK， 古装一律 OK。 我好像有在粉丝专页留言过哦，是吗？你用本名的话我就会知道啊，因为你的 IG 是本名。去年没拍到的都重置一下，哎，对耶，去年没拍到的主题其实蛮多的吧，有至少7-8个，那7-8个我就可以自己出，然后放在 IG 上面。但是至于服装的话，应该是要去租借或是用买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买了一套水手服，但我再也没穿过了。我也是人称树林信者啊。好，我给你一个波同虚问号的表情。会呀，回回说会呀。你说女仆咖啡厅吗？还好我菜市场名，其实好像真的蛮多这种，就是什么折很多有重复到的，可能有时候都会认不太出来是谁是谁。我说签名的时候，都会有似有若无的，这个好像有看过这个名字，谁呀？想不起来，完蛋了。我可能叫周星哲吧，谢谢，下一位。店长说：“我就网路一条龙，见面一条虫。见面还是店长。”小梁说：“爸妈魂不要出来，我已经被说大妈已经超过一年了，越讲越大妈。不能，我跟你说，你要鼓励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要尽量的称赞他。如果你说一个人很胖，他就会越来越胖；如果你说一个人他很有气质，他就会越来越有气质。所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知道了吗？”怎么变成我好香了？没有啊，未成年就是香啊！我说过了，未成年就是香啊！虽然你如果今天过了18岁，我还是觉得很香，知道吗？年纪年幼了就是香，就像如同你们喜欢
幼女萝莉一样，懂吗？亚素说女仆就是香，你是只喜欢女仆是不是？亚素，兔女郎怎么样？翁叔突然爆出来了，欸，我相信大概过了个5年10年之后，我应该会变得很不一样，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话痨，这么话多，这么不怎么什么话都敢讲之类的，我觉得啦，一个直觉吧，所以你们好好珍惜。你又怎么失业自闭兔？你干嘛？点点点。这话剧啊，我知道我刚刚演了什么，我有点延迟，对不对？我刚刚在演那个苦情戏，苦情戏。还有弟弟，对，我不是独生女，我还有弟弟，我有两个弟弟，但是他们离我好远的。我还能说什么？送给你店长。边缘人得死，不是？你是你是说我吗？还是你？谢谢杨公公的玫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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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有这首歌吧？亚素说，话剧社演出，曾经有想参加过话剧社，没有参加是太可惜了。说不定现在其实是个演员呢。哎，真可惜呢，真可惜。哎 ，boss 来了 ，hello， 波西，波西，波西的海龟。自闭兔说：“来人该砸派了，砸不到啦 ，sorry， 生日过了，明年请早。”哎，小尖说：“我这几天失眠睡死了，我到中午才睡。”哎呀，中影来了，中影 ，hello， 中影，中影啊！小千，你哪天不是这样？你哪天不是失眠睡死？你应该也是睡了大概18个小时之类吧，我昨天睡了21个小时，跟你一样。天哪，我们两个作息真的是乱七八糟。汪汪女仆装，乐乐，你真的想看吗？乐乐，原来你也是女仆，女仆的石榴裙下的。米嘉乐说：“我说的是啊，你要早讲，我以为是阿布前辈。哎呀，你这样讲，我以为是我们的大前辈呢。”真的是你讲清楚，米嘉乐，不是阿布嘛？你姓阿布的太多了啦，太多了。塔利亚是苏瑞亚人，亚素不是。小倩，我是说那个，哎，这个谁？亚素 有一段他们这个自己官方的故事，反正就是某一个谁啊，某个角色在山洞里修炼遇到亚素，然后同人就把他们就是配在一起当官配。假装他是官配，那叫什么名配吗？名配不是官配，那应该是名配。到底是哪个角色啊？在山洞里修炼的，是塔利亚吧，还是谁？我真的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阿布，不自己不讲清楚，是谁都会想到阿布玛利亚前辈。乐乐说，只是店地下街还有一家了，但地下街那家都很少开。是哦，我看到他那个门是关着的，哎，就是。大概10年前吧，我在高中的时候去的时候他还在，就之后去的时候就不见了，他连招牌都不见了，还是换了地方开。那我应该可以去看一眼吧，可以吗？我可以去看一眼吗？我好好奇哦，想好奇，很好奇女仆店跟直视店体验起来什么，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跟我分享。亚素说，常见的亚素 CP 有两个，一个是雷文相爱相杀，一个是凯。不行，亚素要跟亚宁，要兄弟斗。啊！你看我们讲了什么？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绝对没有幻想亚宁过。好，店长说，我那时去日本的。哦哦，这个我刚看过，这已经是15分钟前的留言了耶。欧乐 B 说，如果直视也是女生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直视。没有啊，直视的女生就是女仆，不是吗？反正两个是差不多概念，直视就是女仆的男生版而已。那你就去女仆咖啡厅就好啦，你一定会爱上的，相信我。然后你就从此脱饭，怎么办？欧乐 B， 你要离我们远去了，你一定会被我讲的心很痒。开车？没有，我是在讲英雄联盟的 CP， 好不好？牙素就是要配牙你才香哦，哥哥，我来了，哥哥。啊！
谢小梁的掌声鼓励。牙素是爱欧尼亚人，但是曾经他在山洞里遇到一个跟他种族不一样的人，然后他给了那一个女性的角色一个方向，但我记得不是雷文，他给他当时他的师父吧，我记得，你们可以查一下，真的有这件事情，但我忘记那个女孩子是谁了。三创 KB， 三创，你是去三创哦？真的假的？你是三创，然后会透明窗的那个地方，对不对？原来，说不定我经过过，有偷偷看到里面坐在这个桌子旁边看他们表演偶像舞的是你耶，慧香。我蛮常经过三创那一带的，其实。女仆说主人欢迎回家。如果我讲这句话的话，你们真的会喜欢吗？主人欢迎回家。我起鸡皮疙瘩了、你们真的太晚认识我了，我必须这样讲。早在五年前好了，五年我应该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好不好？太晚认识我了，太晚认识我了。李慧讲完之后，然后把主人扛在肩上，主人该洗澡了，帮你放好热水澡了。暴力女仆，我看看。也没那么夸张，五年前是心语，我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点心语的影子在，好不好？所以我才演得出那种惟妙惟肖的感觉，就是对，五年前我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我以前是喜欢粉红色的女孩，就是个性蛮可爱。我自己讲好了，我只能这样讲，我回观以前，就是五年前的我，大概是一个可爱稍微可爱一点的女孩子，是日系的女孩子，是喜欢粉红色的女孩子，是喜欢梦幻的那种女生。好不好？现在完全不是，我现在喜欢那种就是比较男孩子的东西，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吧，就是比较不一样。我现在就不喜欢粉红色，喜欢蓝色哦，蓝色、黄色。但是我的姻缘是红色啊 ，sorry， 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喜欢男生的包包、公事包之类的，就是不知道比较阳刚的东西。刚刚谁飘过去了？完了，好好奇嗡嗡是去哪家女仆店哦？乐乐，我可以提醒你，就是提示你是有一家女仆特别正的女仆咖啡厅。这是真的，我那个朋友跟我分享说，台北市最正的就在这一家。我不知道他的正跟你们所谓的正是不是一样，所以我去了那家，我就觉得哇，值回票价，值回票价，300块蛋包饭都不嫌贵了。虽然还是好贵，心在淌血。小仙说女生还能抱女仆斜转，那个可以拍照的时候好像可以抱女仆哦，香香软软的，舒服。安港说晚安，拜拜。安港晚安。没事，那塞个东西就可以了。没有女仆装，它的特色就在它是半，就是有点开半的吧，会露小露一点点。烂弟来了，烂弟 ，hello， 谢谢烂弟的姻缘棒，烂弟，你今天比较晚啊？对，就是要开一半，这叫什么？北半球吗？你这样塞了，不就是那个纸会露出来吗？对不对？先不要想这么多，只好加一了。什么？等一下，可塞榴莲呐？那我的。你看到可能到时候在 reset 公演上，我就会缠了很多布，因为受伤了，被刺伤了啊！光明会系列，谁约会会成？等一下，我刚刚到底聊到什么？我们是在聊女仆，我们聊了真的很久，职业对不对？谁约会就是有人会啊，就是满足你们一些想看职业装的需求啊，对不对？平常看不到，平常隔着荧幕没有实体感，面对面又不一样了，好不好？谢谢沉鱼落雁的夏令营背包，哇、是新朋友吗 ？Hello， 新朋友，欢迎你，我是翁同勋，请多指教。空姐有啦，空姐五月的升写就出过了，不过你们没有看过本人。跟你说，看本人比较不一样，照片可以修，推，那个没有真实感，都是塑料的，好不好？不要再沉鱼了，不要再沉鱼了，米家乐，米家乐。哦，
欧乐 B 说，看来我们留言已经顺利。对，我发现我开始念不完留言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提出这要求？我只要每一次在该说留言念不完，你们就会自动降速。我然后我在该留言要赶上了，你们就会开始增加留言。你们是怎么样？点播机是不是？牙素说护士啊，护理师出过，但是如果是短裙的那种没出过，好像可以。然后针筒说来，我来帮你注射了。啊，翁同勋问号感觉很棒呢，可以配一个梗图啊。对啊，问号跟他讲，好，这就是翁同勋问号梗图的部分。翁翁很女仆。你们真的，你们大概持续了十分钟女仆的话题，代表是真的很想看欸，真的很想看欸。晴天说，花木兰和翁一样是独生女，五长兄，那个五长兄是双关吗？晴天，我相信晴天不会这样对我的。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我就会带有敌意的攻击你。如果是晴天的话，我可以合理的说这句话就只是出自于它里面的诗而已。啊，词是词是词，萝莉即是正义。牙叔，你喜欢萝莉，你来看我，我不是萝莉啊，我是公认的御姐耶，好不好？在 TV 里算御姐吧。安安都说我是御姐啊，你可以去问安安。安安是萝莉，台湾第一萝莉，台湾第一萝 TP 第一萝莉，然后我是 TP 第一御姐，可以吧？刚好吧？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我们俩又长那么像。FBI 即将抵达，不要不要抓走，不要把我抓走，不不要。男生很专一的，始终如一，就喜欢十八岁。你不要把为全台湾的男性，全世界的男性发声哦，你这样子会和男生被贴上一个标签，被贴上一个渣男标签。慧香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好没有诚意哦，慧香，好没有诚意哦。还好你弟弟都在我，什么意思？你说哭哭猫吗？哭哭猫吗？哭哭猫跟烂弟是不是？你对他们干嘛了？你要对他们不利是不是？你要我汇200万给你是不是？你这个意思听起来很像是要我把用钱把他们赎回去，我很愿意。来还我，我的弟弟，我没有弟弟。好，没事，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水锤说：“额头的光始终如一。”你今天很客气哦，水锤。你今天没有改名字攻击我，没有语言攻击我，我觉得很倍感欣慰。他俩只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不是不是，这只是个比喻而已，这只是个比喻而已，不是代表他们真的只值200万，你用钱是买不回来。不是有些人都会这样吗？有些什么诈骗集团或是绑架集团。就是 把小孩绑走，然后用什么多少钱把他赎回去，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那你那言下之意不就是那个小孩子值这个钱？翁翁也会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厉害，是不是回回年代的？那首歌是我老妈子年代的，老妈子。本来想说睡到明天早上比较好调。但刚刚真的睡不下去了，睡太饱了齁，头在痛了哦。没关系，你今天早点睡，应该也是睡得着的。早点早点睡，好像很难，我自己也做不到，算了算了。我跟你说，几点睡不是问题，只要你真的没事的话，你睡到超过8到9个小时就是饱，不论时间，不论时间都会有饱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10个小时也可以饱吧。米嘉乐说：“不是啊，就熊熊想不起来叫啥，只记得哦，原来是想不起来啊，我误会你了。我想说你怎么这么懒，只讲两个字，这样谁知道是哪个阿布？”哎、欸，阿门克来了，阿门克 ，Hello，Hello， 晚安，晚安，晚安。只是就不会跟你某诶某诶 ，Qion。Q 什么是这样念吗 ？Q Q 呢？是吧是吧？执事怎么办？执事是怎么做？他们是会念咒语吗？不会吧？不然他们都是怎么样？地下街的执事店跟女仆店都还在，只是那几家都很少开，去要碰运气。这样怎么营业啊？在那边也要租金的吧？对不对？这样怎么不常开的话，怎么扶持？怎么维持他的那个营运啊？我很好奇。
兄弟洞洞什么？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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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欧乐 B 说不会吧，我对女仆那些没兴趣，不然你对什么有兴趣？你对穿着女仆的成员有兴趣吧？是不是？还是你是对这个职业是没什么兴趣？笑笑可能比较喜欢中性的女生，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对，我感觉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你，我知道你喜欢谁，所以喜欢中性的女孩子好像也可以连得起来。那我是不是要去剪个极短发？我剪极短发的话，明年当公司照，觉得怎么样？可行吗？我是认真的思考，我不是为了欧乐比，绝对不是。乐乐说，日本好像有类似女装男子咖啡厅的地方，不就是那个吗？日本的那个歌舞剧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种什么种那个种什么种，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什么种的，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伴侣啊，宝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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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类似那种的，人气很高，是不是在日本那种扮男装的女子这种形象很吸引人，很有人气。店长说，我那时执事就是女仆店啊，刚好遇到执事之夜，一堆仔仔去都什么意思？你说去执事店刚好女仆店里面有执事，是女仆跟执事都有的意思吗？阿哲说，兄弟齐心300公斤啊，这是张家兄弟，我是始终冻粉，冻粉这边有冻粉吗？冻粉举手。刚刚说看一下哦，对啊，阿哲应该也是吧，阿哲如果会这样讲的话，会这样说，可是那边窗户好像被遮住了，不好看到里面，以前真的可以，对啊，以前经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里面在做什么，可是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想要在外面看看就好，不会想进去消费，所以我觉得有点没有隐私以外，好像对他们营运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好事。对啊，有时候我真的会在外面看，就是当免费仔那样子。干嘛？真的认识到你的时候已经2020了。对啊，2020是去年，对不对？我们去年初次出披露的时候也是去，对啊，去年的事情了。太晚了，你们太晚认识我了，必须这么说。如果早个几年的话，我说不定会是比较忙到一点点的，走错地方了。心语回，我跟你说真的啦，回不去了。我已经想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想说以前的自己有办法回去吗？不行，心境上不一样了，你也不会想回去了。一来是不会想回去，一来是回不去了。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你是一定要做那个年纪该做的事情啊，不然我现在还在那边好像有一点不太适合。是什么带歪嗡嗡的吗？要我认真说还是冷笑伟？冷笑伟的话就是，当然就是你们带坏我的啊！我原本明明就是清纯可爱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荼毒我？所以说，店长说你那个是迷因的肌肉棒子啊，都什么迷因？那个是不好的吧？那个是黄要被黄标的东西，那个是要被黄标的东西。米嘎罗，谢谢米嘎罗的眼睛，也像中的阳公公的可爱乌龟。我怎么印象我第一次认识你就很疯了？没有，我是因为看到我 见到谁，见人说鬼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疯子说疯子话，所以我现在看到疯子呢，我就说疯子话，然后表演疯子的样子，怎么样？很刚好吧？那这五年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哎呦，这个要我真的要我分享是不是？我真的这五年来哦，我真的经历了超级多的，真的很多，会逼你长大的东西，会经历过非常多，会促使你、强迫你长大的事情，真的是经历过太多，真的我都不知道该用精彩形容，还是用起起伏伏来形容。像迪迪嗡嗡渴望最萌身高差吗？我渴望啊，我很喜欢。其实没有最萌身高差也没关系，只是
等下，你说的最萌身高差是指男女最萌身高差，还是比如说比我幼小的女孩子的女，比如说萝莉之类的那种最萌身高差？有分哦，有分男女身高差吗？还是汪汪现在男性哦？你说像弟弟是刚刚那个弟弟萝莉的，对不对？弟弟女仆。那个时候我装的十分钟前装的那个形象。好的，我知道哪一家了。你最好是知道，你说出来看哪一家，说出来我也不会告诉你是不是真的。女仆不是都很正吗？米嘉乐，你这样很不挑哦。没有，我跟你说，还是有分的。是有，我有专门跑女仆店的那个朋友有跟我分享哪一家它的优点是什么。有些是装潢厉害，有些是女仆正，有些是食物真的贼好吃。女仆的话比较不太灵，你就放置型。放置型也有放置型的，不过那间我没去过。降级可以内用女仆，你这个发言可以吗？亚素，你这个有点不行哦，会被黄标哦。烂弟的排挤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行啊？不能，怎么可以排挤我弟弟？他们是我弟弟，我手心手背的肉。店长，你谁啊？你谁？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家的人？此处有车，可以随时上车来。车长等一下开车了。我觉得女仆都很好看，对啊，但是有些人就是会比较注重语言或是互动型。乐乐，我相信乐乐一定很清楚，有些是放置型，有些是互动满满，无论如何都要以主人的心情跟主人的感受为主那种的。我去的就是那种店，就是你怎么害羞。嗡嗡可以开到跨日，我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延迟时间，现在刚好是10:30，就是我准备要下播的时间。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但我还没有念完我的留言，怎么办？你说到我们照办，请问问会唱 Love is Beautiful Pain？ 不会，这是什么 Love is Beautiful Pain？ 我的鸡块还没吃完呢。这是什么动漫的歌？听过，我是不会唱。但是这是哪出自哪一个动漫的？它的前面让我很像，让我想到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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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这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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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翁妈子呢？那年代有什么歌很多啊？那年代有什么？那个凤飞飞啊，什么江蕙，我不知道算不算。还有很多，哎、欸，真的讲不出名字，你可能要给我歌。再更老一点，不是现在什么梦醒时分，在梦醒时分在更之前的歌，那个年代就是我妈子的歌，差不多。最近有点穷，烂地可以借我卖掉吗？你姐姐会买多少钱？不知道，卖给我，我一定买，一定买。我是地控，我是超级地控，不是萝莉，是正太控，超级的。没吧，我长发控。可是你不是比较喜欢帅气的女生吗？如果米加乐的资讯正确的话啦。日文歌是不是都不太能点给嗡嗡唱？可以点给我唱，不过我真的需要练习，因为你知道我日文真的很差。然后要我像现在，如果是再稍微慢一点的歌，对我来说也是很快，所以我需要练习。有些日文歌会唱，我可以直接唱给你听啦，但是不多就是了。小慧心笑笑，对对对对对对，小千你说对了，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烂弟说这是，等一下，我的留言跳掉了。这是什么大型人口贩卖现场？也没有大型，只有两个而已啊。烂弟跟姑姑毛有什么差？就两个而已啊，卖给我，这样算大型吗？剪短发不如就奇遇吧。如果我剪奇遇，你害我粉丝跑掉，你要就是以身相许、啊。这什么发言？喂娘咖啡啊，真的假的？
现在有蔚蓝咖啡厅哦，如果有的话我一定去啊。boss 说右天嘴唇，右天嘴唇，右天嘴唇，我们学得很像，毕竟我也是同粉动粉啦。他们有规定不能，对啊，有规定不能拍照，所以我就很纳闷，刚刚米嘉乐说什么阿布前辈可以去女咖啡厅拍了一集 YouTube。桶神心梗右天，对右天这一拳，他心梗超多的。行啊，来啊，不行不行，如果再讲下去的话，我等下就被真的要黑台了，就有点看不到我了。我们点到为止。不是，现在桶神的梗可多了，他现在有什么？他有什么？我记得什么？你也知道了嘛？人到三十岁啊，记忆力就不好了，这个记忆力就不好。他跟丁特的直播的时候，第一次直播我记得没错是去年，哎、欸，对对对，好像是第一次直播就有那个档啊，那个点阅率最高的那个档案，真的很过分，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平常明明也很正常的说，你们荼毒他们荼毒你，你再来荼毒弟弟，你觉得你自己被荼毒了吗？你觉得有吗？你觉得有的话？我应该要跟你说抱歉，然后继续说我会一年一年的继续荼毒你，好，荼毒到你老为止。今天说，当你遇到你的白马王子，你就会瞬间变回小鸟依。这我还真不敢讲哎、欸，这个有点太幻想性质了，这个不敢说，说不定会吧，说不定就不会像现在疯疯癫癫的。柠檬儿说第一次直播就开车，就只有那一次啊，之后我哪敢啊，之后再来的直播就很收敛啦、啊、一次比一次收敛，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直播都很内敛吗？讲的话都很保守，比以前保守很多咯，有没有进步了。你想要男高女矮还是女高？当然是男高女矮啊，女高男矮也不是不行，其实我没有到很就是择偶条件里面没有一定要男生高很多，是男生高什么，我觉得就是一切很看感觉，高不高矮不矮都没差。结果汪汪是霸道女总裁，诶，有机会哦，我觉得是哦，这个可能性比较高一点点，这个可能性比较高，我觉得比小脑艺人高一点。是他们欺负好吗？你说欺负你吗？店长他们现在还有每天烦你说诶，帮我买什么吗？我记得你们之前不是这样的关系，你就是真的是店长诶。怎么会这样？我来替我的弟弟们跟你道谢，谢谢店长对我弟弟的照顾，谢谢店长。欧乐比说真相只有一个，新物语得死，那是什么？你又要开始宅话题了是不是？放置型好像知道是哪，对，放置型在非闹区的地方，那个在哪里？我已经不记得跟我讲在哪里了，反正是有一某一家真的就特别放置，就是不理你那种。你可以看他们啊干嘛的。米嘉乐说我不得不说觉得现在摸现在的马尾造型很好看吗？你喜欢这样子哦？我记得你讲过超过三次，代表你真的很喜欢。哎，那这样我下次约会的时候要不要绑这样？可是这样看起来会有一种距离感，有些我如果不笑的话很有距离感，是真的。尤其又这样马尾。乐乐说顺带一提，我喜欢去北车的玄叉和西门的新城。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妙。是那个吗？新什么语啊？新台电的？那没有台电，我不会去那一带，我不太会去那一带。我去的那家我已经忘记名字了，我看一下。哦，好像不是，哎、欸，我不能讲太明显，好像不是，没事，我吓到。这首有听过好听，对啊，刚那首真的很好听，米嘉乐点的，不过这次的不会唱。甩头时很吸我的目光，虽然直播就一直看，你说甩头是这种甩头吗？这样子露出这种那个。谢谢柠檬儿的应援棒，这种爱露不露的薄后颈，对不对？后颈的地方是
你知道，我不知道男生那个在日本不是有一个规定说，女学生不能绑起头发露出你的后颈吗？我听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所有的学校都实行吗，还怎么样？看看，日文我刚刚看过这个了。小千说这首就是日本流行歌啊，虽然很老，没有，有另外一首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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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这样唱吗？我已经不记得，很像，真的很像。地控，你那个是什么？若有所思的脸。我的年纪也是可以当你弟弟的。店长，你有这么年轻吗？我怎么记得店长没有那么年轻？这台里面的，对，我发现我直播间里面的粉丝通常话比较多，都是年纪比较小的耶。怎么会这样子？我真的会吸引到一些年纪小的耶，怎么办？你们都可以来当我的包养对象。没有，没事。如果以后变成那种暴发户霸道总裁的话，我要包养你们。来来来，都来都来都来，哦，先不要，先不要，我觉得可以停止了。高雄，谢谢慧香的眼睛夜障中，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这个直播间里面年纪小的还是偏多的吧，对不对？高雄很久以前有味娘咖啡厅，不过已经关门一阵子了。哈，那要到高雄哦，台北应该来开一间。乐乐，我们合资开一间，我可以当投资人哦。盖吧，你怎么有知道啊，店长？我最近有玩应该说我之前在他们代言这个天差明月刀代言的时候，代言之前我就有在玩 PC 了，但我不是王盖芳啦 ，sorry 啦，同事我跟你无缘。去年七月多，我就是长发控，短发要看。那如果是我短发呢？我如果哪天可能过了半年之后心境转变，转剪一个短发，你会不会就不要我了？画面很乱，主播单位要管一下。结果他那个画面里面只有一两个人，哎、欸，不要嘴人家啦，不要嘴啦，不要臭人家啦。李佳乐说：“哦，这个刚看过。”店长说他们现在在 DC 和游戏中虐我。你说弟弟吗？弟弟们在 DC 名字是一样的吗？我可以去参战一下。米嘉乐说要我有参加那场活动啊，要不我有参加活动前一次直播讲，你说，我那时候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女仆还是剪短发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时候的话题。我已经努力在跟上留言了，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感觉到？啊，你说绑头发对不对？绑这个，不然我没参加到，结果你绑了，我就错过了。但对哦，也是，也要刚好直播，也要刚好那个活动前我刚好有直播，不然我应该就是直接忘记这件事情了。如果有心一点的话，就是在活动前开直播。不过我相信我这个小小的脑袋是没办法记这么多事情的，我尽量好不好？米家乐尽量。乐乐说，搞不好嗡嗡去的女仆店现在已经关门了。印象中前阵子有一批倒店，我刚刚看了一下，没有，还没倒，上面没有写永久停业，所以应该是还在的，放心，所以我们是有机会可以见到面的。会被李维砍，李维，等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这个不是已经是五分钟前的话题了吗？我怎么开始有点脑袋使不上力啊？永远在你身边的旋律，这个是什么歌词？十野兔，你是在说歌词吗？店长说，如果我说爱我，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这首是什么歌名字？等一下，爱我没有如果，这首歌好熟哦，不行，我一定要查。我印象中这首歌好像是流行歌吧？有了，没有如果，原来如此，你现在是在歌词大乱斗就对了。谢谢杨公公，对，我刚刚查到
手速的部分，你来特地飘给我看，是啊，嗯，搞不好是风景轩，然而这件已经不是，我可以确定不是。年纪小不好吗？我就说我是地控，好不好？我就说没有，也不是说地控，我就是年纪小控。看到那种年纪比我小的，比如说高中男女，我都会有一种香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我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我真的觉得蛮香的、欸。年轻是本钱，牙素呢？你呢？牙素应该年纪也蛮小的吧？我猜，就我所知，我感觉应该是年纪蛮小的。我超小啊，哪里小？不是年幼？没有，我刚刚我的意思是指很小的意思吗？谢谢雪雪的掌声鼓励，店长应该跟我差不多吧？我猜，我年纪也你比我小，你不要在那边跟人家凑热闹，会香。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讲阿姨的话就算了，就不包你这个啦，就不算你的，不算你的位置了。等一下哈，我看看留言，我觉得感觉要追上了。可恶，我提高这间直播间的平均年龄。哎，你是哎，现在目前有在留言的，就我们的欧乐 B 跟米加乐稍微提高了一下，我说目前有在留言的啦，哦。在生日在三个月就到了，你说你吗？我记得我是有写的，这个今天是没有，今天这附近的时间是没有人生日，再来就是八月底了，我看到的时间是这样子。嗯，慧香有写吧？八九十，哎，对耶，你是三个月后。米加乐，米加乐，你如果当初保持神秘不让我知道，我现在就不会 cue 你啦，对不对？那小梁嘞？小梁也是迷一般的年纪耶。我这样问会不会很失礼啊？还是我点开你的，我点开你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资料看看啊？一位浪神秘的浪客，看来是没有资料。要继续开话不行，小梁，小梁，你这样子我真的下播不了，我就如果你真的开了这个话题的话，你要负责跟我聊到天亮，就你一个人，就你一个人啊、哦，你要负责。就是没有如果啊，对啊，我刚刚完全反应不过来耶，现在去投胎还来得及吗？不要来，欸，不要，米加乐不行不行，我也喜欢年长的，我也喜欢哥哥，好不好？哥哥最棒了，哥哥不要，所以我想哥哥这句话超违和的，感觉会不太舒服。青山代码有啊，对，这边就你讲出来了，就是青山代码那边，哦，对，你太聪明了。你听得出来我刚刚唱那个奇怪的旋律？没错。好累，拜拜，我要去安息了。水水，不要乱讲话啦。水水晚安，今天怎样？今天比较忙是不是？啊，今天很收敛。哎，我年纪大了，入不了，嗡嗡的，也没有跟你说。我说，弟妹香是不是不是择偶条件在里面？我只是觉得他们很香，可是如果要怎么要交往干嘛，我可能还是会想很多，所以。不是那个不是择偶依据，我只是觉得纯粹很香，可能是我自己很向往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我就会把它投射在那些年轻的男女身上。OK， 米加乐，我们不要误会哈，不是真的喜欢想要对他们干嘛圈圈叉叉什么，没有。我也喜欢年纪差不多或比我小的。哈，真的假的？那你不喜欢我？哦，那我也要投胎。来，米加乐，我们去投胎，我们一起去投胎。小杰说：“对不起，我已经高中毕业很久了，我看来退出竞争行列。”没有，好吧，我刚刚这个以上言论纯粹风言风语，不是真的要择偶。哦、OK， 只是觉得香香跟想交往那是两回事，好吧？我的range很广，好不好？range很广。应该可以先挂个号了，先不要。我都已经表明我的立场，不是真的想要对他们圈圈叉叉，只是觉得很香哦。哪里小，怪怪的？我是说年纪，你有很小吗？我就质疑说你有很小吗的意思哟。嗡嗡恋童什么啦？恋童，
准备提早休息，下次直播见。慧香今天比较早，晚安。哎，你们真的早点休息，我觉得我今天又要延迟了，延迟这个时间了。差不多了，我留言念完啦，我要跟上了。汪汪恋童，没有，我比较喜欢亚素。姐姐，我不想努力了。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头好痛哦。莫名的提升速度，没有，是因为留言开始变慢。我就说嘛，我每次只要嚷嚷着，哈，怎么留言这么多，我会念不完，你们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少自己的留言，是你们自己不自觉而已。原本想吐槽，但想想还是算了，因为你吐槽完，结果大家就会开始刷，开车了，开车了，对不对？你到底几岁啊？你都没有讲，牙素十八吗？你看，我就说嘛，平均年龄真的很小。翁妈照我，什么意思？小梁。小梁到底几岁？小梁应该是拉高平均年龄的那个哦。我印象，我感觉啦，你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弟弟妹妹哦。所以不说话是对的，但你现在说话了，来建谷，建谷，我看你已经潜水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把你拉上岸，把你拖上岸。来，建谷，你今天是弟弟还是哥哥？说你是弟弟还是哥哥？我要知道这个直播间里面平均年龄大概多少。真的是真的失礼在我就失礼怎么样店长。你会这样讲代表说你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如果年纪小的不会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失礼，你知道吗？嗯哼，我可以参，你说参与什么投胎计划吗弟弟？小梁说没啦，我小你几个月而已啊，我月底生日。哎，你小我几个月而已，居然小梁你居然那么年轻，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哎，8月31，哎对耶，不过你是我下一届的，8月31刚好是你那一届的头，超级大的头。你还是需要成熟稳重的大叔吧？我不知道哎，我有想过，如果今天我的对象是成熟稳重的大叔，我应该会跟他吵架，因为我其实算自己私底下算是蛮有想法嘛，应该是蛮有想法的人，所以如果今天你要限制我，你要尝试的囚禁我、绑住我的话，我会反对，我会抵抗的，我是那种型的人，所以假设今天是年纪比我大的人。然后他可能要管我干嘛的，我觉得会不受控，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困难。哎，我是先跟你们说，应该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假设如果你不管的话，那 OK 啊，因为我是真的有自己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一点点。嗯，晴天说我择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我你在讲啊，来啊，我看我50年后你还会不会跟我讲一样的话，我就讲上次一样的话。晴天，我们来看吧，我们来看吧，好不好？你还要送我一个啾啾？没有啦，怎么可能讨厌你啊？没关系，你再怎么讨厌我，我还是你姐，你这是改变不了的事情。我恋童，谢谢。还好你不是说你恋心语，小千。我怀疑小是说牙签，不对啊，你不姓吴，好不好？你不姓吴。对不起，我母汤，我母汤，我收回，我收回，并没有 JPG， 什么意思？你说 JPG 的脸吗？没吧，成熟稳重的大叔才不会做这些事情。你是说管？你是说我刚刚讲的吗？哎，没有，有些会哦，有些会，嗯，不知道哎，因为你这样想嘛，如果是年下的，他们可能刚。还没有入社会就会比较迷茫一点，不知道，就是对生活比较没有看法，比较没有主见一点，所以遇到我这种刚好就是可以互补。那如果是大叔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价值观上的差异，因为这样而吵架，我觉得有可能啊。我试想到如果真的跟年下跟年上的话，应该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说不定。我自己都放牛吃草，除非特定状况才会管一下。对啊，一定是啊，就是有那种管太多的管，但是有些真的不分年龄。但我是说以个性来说，磨合的话，以找互补的可能会比较好。如果找个性太相同，有可能会两败俱伤嘛。如果是好，我是说不好的地方是一样的个性的话，假设两个都牛脾气的话，一定会两败俱伤。两个都冷暴力型的话，那总有一天会。结越打越紧，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晴天说：“
别讲我该怎么做，别限制我的生活。哎、欸，这我就知道哎、欸，怎么会这样？滴滴五二的歌，你跟我讲歌词，我应该都知道，真的是练到一个出神入化了，你知道？小千说：“彤彤，无论如何还是彤彤，心语只是一个时期而已。”没有啊，我那阵子都是心语啊，我就算下戏之后我也是心语啊。我那时候我会认识我们那个导演啊，导演就说你就是心语这个型的人啊。我说你是不是太，我说你真的是不够了解我，你才会觉得我是心语。熟了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我是心语了。哇，这个底色。没有，姓吴的人这么多，好吧，我又没有在特别讲谁。笑死，姓吴名。不能，亚素不行，这样子亚素。有剑哎，剑骨，剑骨今天难得说了第二句话，说男人几岁都不可靠，女孩子还是要自强。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中听，非常的不是说中听，非常的实际，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女权主义者就是要发扬就是不是要发想着女人要有独立自主的一面，要有经济独立的一面，绝对不能靠男人。也可以啦，可以靠男人，但是你总有，如果哪天你脱离了男人之后，你还是要知道怎么生活。 OK， 就是要呼吁大家，呼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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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放手自由挥霍挥霍啦。硬要唱一下。每个人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面貌，所以喜欢一个人比较重要。你的意思，喜欢一个人是指你说喜欢他比较重要嘛？但是有可能到了另外一个时期的时候，你喜欢的型或你你的需求又不一样，你对另外一半需求又不一样，你知道吗？这就是现实的地方。要有经济独立的一面。Hello， 经济独立是啦，是没错啦，这句话是没错啦。会渣的男人60岁一样渣，哎，对，我发现我只要讲那种比较现实层面的话题，就那个剑骨就会跳出来。哎，剑骨是不是喜欢参与这种话题啊？我跟你说，这种话题就是吃力不讨好，会 有可能会吓跑人家，但是我很喜欢，sorry 咯。小千说。我还以为你要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我不用特别讲话，应该也是大家都知道了。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有那么一点认同这句话，有那么一点认同，就是不知道，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那种具有一点危险性不安全性的男生吧，才会有一种冒险的精神。你是在一个平稳的船上，就是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总会有一点想要吃大鱼大肉的时候。我是说那些人心态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句话的衍生。不是，不然呢剑骨，我要怎么样才可以钓到你出来说话？我每次 cue 你，你都会觉得我不想要让我 cue 你。这样初恋一定是苦涩的吗？米嘉乐，不是，不一定。但大部分都是，因为初恋都是懵懵懂懂的，所以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有可能会伤害到彼此，但是这也是个过程。你知道度过了初恋，然后到了下一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段时间你回想，不管怎么样回想都是美好的，真的，不管怎么样回想都是美好的。小千说，我刚分手时想说吼吼要来渣了，结果没对象。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子的话我要来告诉小仙，我要把小仙身边的异性全部都赶走，说不，小仙现在要渣了，你们现在赶快离开，你们赶快离开，你赶快离开。我相信你不会，好不好？会说自己要渣的人通常都渣不起来，那种点点加沙哇公的人就是要渣，就是他们都默默的来，不会直接讲出来的。店长说我超坏的呀，保特瓶都丢一半了。哦，这个好坏坏 bad boy， 屌是 bad boy 呢，好抓哦。但矛盾的是想要有安全感。对啊对啊，真的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可以讲求安全感，但你一定就是没有办法拿到你要的激情哦，就是大风大浪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让你觉得很刻骨铭心，几乎不太可能啦。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出轨的发生啦，好不好？这个就是社会现象。小千说我也很快能闯红灯，就闯红灯。你们现在是要比渣比坏的齁，我们来办一个坏男人大赛，到南部弄假牙，但到南部弄假牙比赛。这样初恋的粉色系，这个是什么歌吗？洛丽小，我合理怀疑这是一首歌。饭
但嗡嗡也是一种风险，所以我在你眼中是坏女人吗？我是红茶吗？是吗，小梁？我相信我绝对不是那一种，我只是把这种现象告诉你们，不代表我会做这种事情。会讲出来的，通常你就不用太担心。那你要担心是那种都不讲话的人哦。不知不觉要11点，哎呀，习惯就好。我又延迟了半个小时，因为留言念不完啊，对不对？念完留言，我再开始进行下一个环节。真的有机会扎的时候，就发现，哎，要怎么扎，就代表你不是那样子的人啊，就代表你就别吧，你别扎吧，你就保持着你自己原本的生理特性、你的心理特性去走，好不好？不要硬要为了当渣男而当渣男，那样会变成四不像。欧雷B说：“因为用心，所以刻骨铭心。”对，这句话真的讲得非常好。本日金句：“因为用心，所以刻骨铭心。”谁？那么是有谁的初恋是没有用心的啦？对不对？闯红灯那个太坏，我觉得你也很坏啊！你把宝特瓶丢在一般垃圾里面，你要害那个阿姨捡个老半天，你也很坏啊！你是 bad boy 耶！闯红灯小心检举达人，哎，真的耶！有人靠那赚钱，赚不少。以后。别不当偶像了，我来当检举达人，当一个人人都讨厌的检举达人。看到测速照相一样不减速，你那是盘子，不是坏男人，你那个是当盘子了。现在需要比坏，怎样？佳作你也有事迹要分享是不是？如果多重器官衰竭，这个哪里坏？这个是可怜吧？这个是要挂了好吗？这个是要挂了。不是，是耳朵的风险。我直播已经很久没有大吼大叫了，上次那个八分音符是意外，好不好？拜托，我已经收敛很多了，小梁。弟弟说放一块糖果给蚂蚁，让他回去找同伴再拿走，让。哎、欸，这真的很好笑，这真的很好笑。弟弟说这个让其他蚂蚁觉得他是骗子哦。在排挤那只蚂蚁吗？我跟你讲，蚂蚁寿命也没有很长，他可能哪天出去通风报信的时候就被踩死了，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关系啦。比如说这件坏的事情也没什么关系。交通检举没奖金了，有吧？那个行人闯红灯可以检有奖金吧？不是车才不行吗？那坏男人比赛我无缘参赛了，是吗？你可以讲出你人生做过最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对老师比过中指之类的，这种很不好笑，不是，就是很荒谬的小事情也可以拿来参赛啊。Bad boy, bad boy, 新人店长，谢谢。我更坏。当嗡嗡留言快念完时，我多发一则。的确，你现在多发一则留言，我又开始，我又花了一分钟的时间要念那些留言。谢谢你哦。初恋一定是要有交往才算吗？明家乐说，有些人，你看怎么定义啊？有些人是你第一个喜欢上的那个叫初恋，可是一般说初恋都是有交往才算，所以我们这边定义为有交往过的才算初恋。米嘉乐，你这样就是说应该是有喜欢过的对象，对不对？只是没有跟他交往。小千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在在路上跟三宝对话，这个很正常，我跟你讲没关系，小千，这不叫坏，这叫正常，这叫正常行为。正骨说有啦，交通检举有钱，只是调降，而且要审核，这样的话变得 很少人会肯去检举，因为检举的话 一来你要占空间，要花时间，要花你自己的时间，有时候还不见得可以拿到回报，所以检举量又变低了。上厕所没洗手，哎呀，算，这个比这个叫什么？叫跟三宝退喷还坏。要完了多发一则，你这样子的话，我又不想念你的留言了。晴天，你这个坏男孩。单恋吗？咕咕猫，你现在是有单恋的女孩是不是？哎，我们下次要不要来开一个感情诊断所之类的，可以帮大家解答一些疑难杂症。毕竟有一个女生的活样本可以在这边帮你们解答。你们总不可能去问自己的异性朋友说，哎，我遇到这问题的话，你们会怎么想？因为，异性朋友除非要跟自己够好吧，不然讲到这种话题可能会有点别扭吧，我感觉。我可能连32强都进不去吗？没有啊，你可以说一件，比如说什么，
我以前画过墙壁什么，就是这也算啊，这也算啊，人人都可以参赛的，好不好？小梁，我强迫你参赛，你呛过主播，这也算是啊，这也算很坏的行为。这样讲的话，我不知道他到底算是一个遗憾还是初恋。如果没有交往，就算遗憾吧，对不对？我想你应该是不敢跟他告白吧，对不对，尹嘉乐？小仙说：“我直接脏话出来，红粉结束，自动结束他，我已经有画面，你知道吗？红灯，当没事骑走，这样有个好笑的。”没关系，我朋友也会这样，我见证过这个，因为我不会开车骑车，总是看到那些脏话 出口的瞬间，非常的写实。哭哭猫说不定喜欢的是男孩子啊，哎，你要问一下人家感受吧。哭哭猫，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这句话？面对三宝要先问候人家妈妈。Oh my god， 我不能鼓唱这个风气，不能，不行不行不行，这样的话我就变坏榜样了。虽然如果下了直播，我可能会跟你讲一些比较现实的话，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弟弟的就看 emoji 啊，怎么说？对啊，姑姑猫，你这个表情，你是吗？你喜欢男孩子是吗？乐乐说：“我之前感情问题都跑去烦我的 gay 蜜，哎，你的 gay 蜜应该都直接跟你说，来，我们直接上。”直接对啊，我要闺蜜他们都 gay 蜜，他们应该都蛮直接的，不太会就是有这种暧昧不明的感情，他们都很直接来吧，我感觉，对吧？只要有300万美金，人人都能参加，这个也太高门槛了吧？你太夸张了。汪汪可以坐我的机车，但我觉得我应该会非常危险，因为你等一下可能就会拿下你的那个甩棍干嘛的，去打那些三宝，哎，这样我要做笔录呢，不要啦。当然不是哦，你刚那个表情，我想说 OK， 好好，我想也是，我的弟弟应该是直男，应该是直男哦。哎，洛梨发效应，洛梨发效应怎么跑掉了？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啊。的确啦，我的弟弟是很可爱啦，没错。emoji 错边了啦，他没有啊，他没有发 emoji 啊。欸，对，我们现在先来做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差不多念完留言了，你们真的很给力耶！我的板子上面居然还写了周家湾，我现在看到周家湾都会说：“欸，周家湾。”他就很傻眼，不想理我。周家湾。周家湾，好，来，我们来爱台语一下，好，怎样？要不要开个疑难杂症专班啊？疑难杂症不仅限于感情问题啊，这也太单一了，因为总是有问完一天嘛，对不对？2个小时，我不相信你们问题是问不完，对，我相信你应该是问不完，不会问不完，不能一心二用就是这样子，边打字不能边想话。今天的题目，爱台语题目。来，我已经想好题目了。好，我已经想好题目了。等我一下哈 ，everybody。
怎么打这个字？对对，就是安尼啦。好啦好啦好啦，要写完啦。来 ，everybody， 我们今天的爱台语小教室要教什么呢？教什么？来，准备好了吗？今天爱台语小教室要教女仆真香，非常应我们今天的话题。女仆真香，来，女仆真香要怎么说？露宿金胖，露宿金胖，露宿金胖。来，你们不知道女仆怎么讲，我现在告诉你就知道，女仆叫露宿，露宿，好不好？露宿。这句话非常实用，因为呢，我今天意外发现直播间里非常多的人会去女仆咖啡厅。那这样子，你们去女仆咖啡厅就可以应用这句话。我们来造句一下，造句一下。我今仔日去女仆咖啡厅，我看到一个超级super 水的水的女仆。哦，我甲伊讲，女仆真香，伊给我一巴掌。哦，我实在是看无呢，伊为啥物要给我一巴掌？我看无，我真正看无。哦，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怎么做了吧？去女仆咖啡厅可以讲这句话，来获得女仆的厌恶感。好，女士的台语，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女士就是女仆，女仆就是女士，女士就是露宿。知道了吧？撸树很好记啊，撸树啊，就是树嘛，然后撸嘛，撸树，对，好，撸树 ，OK，Everybody， 咖啡哦，丢啦丢啦，咖啡啦，咖啡厅啦啊，我刚刚讲咖啡是不是？我刚刚反应不过来 ，Sorry， 我们再讲一次，撸树咖啡厅，撸树咖啡厅是女仆咖啡厅，好，撸树丢，撸树撸树撸树，几巴掌丢，几巴。乳素，我刚刚想要乳素灯，我还想说要不要想解乳素，可是我觉得这看起来太难了。乳素比较好记，乳素，乳素，乳素，好，乳素 ，OK， 看看，咖啡，咖啡啦，咖啡，你在了，咖啡，跟我念一次，咖啡，咖啡，咖啡，乳素，对，乳素，没错没错，台湾狗语。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 ，OK OK。好，我们现在来念吧。哈，动漫有调教咖啡，调教咖啡厅，调教怎么说？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调教的台语是什么？调教。这条没声。哈，加嘎。请嘎，请嘎，咖啡厅，请嘎，咖啡厅，就是，哎呦，谢谢喽，谢谢店长的掌声鼓励，跟陆来，陆来的掌声鼓励，啊，刘星，你今天怎么都没有说话哈？认真吗？对，我是认真的。今天我要念榜，我来念榜一下 ，everybody。卖照哦，好胆卖照哦，卖照要被念榜。今天23个全员念。哎、欸，若离已经稳坐2次了呢，你这样子花若离枝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用一样的歌，要的话也是下一次。找找，小，谢谢哦，流星美魂手礼。还有嘉阳的玫瑰，玫瑰，还有拍拍手。你的台语怎么很像，都会不自觉卷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翁氏台语喽。沙草心，就搞哎、欸，这句话不行乱讲哦，唔汤哦，店长唔汤哟。哎，想开车啊？等等，已经这个时间了，开起来啊！哎，还没12点哦。这样的话，你们永远看不到我开车了，因为12点我才可以开车。过12点，小孩子都睡了才行。哎、欸，谢谢台北京腔台语啊，北京腔才不知道啊，北京人不会说台语的。那、这个是福建人才说的，那个听都听不懂。啊，还是我们普通话行，普通话强，中国强。
来啊，咱们念榜嘞，念榜嘞啊啊！不说别的，日榜，行，日榜。这是用北京腔说话的。第24名是欧乐 B， 欧乐 B 今天一直进进出出。第23名是阿元，阿元今天很晚进来，说两句话就走了，溜得挺快的。第22名是小梁，小梁最近非常踊跃的发言，我觉得非常行，你已经迈入了模范生的候补人选里。第21名失业兔，失业兔有秘密，我有看到呀，非常生气的啊。第20名是米迦勒，非常为情所苦的米迦勒，下周为您开一个感情专栏，不用担心啊。第19名是幻影战士，改了名之后进进出出也是都没不见人影的。第18名是邵凯，不复从前的口红王子，再也没看到你改这个名字。第17名啊，慧香今天很早睡，明明身体这么年轻，哎，才这么不行就去睡觉了，这行不行啊你？第16名是佳阳，最近比较晚进来，刚刚进来一下子才看到你的，都非常安静不说话。第15名是暴雪是新朋友的部分，他这两次直播才进来的，我非常的认识你，叫做暴喜大拇指，以后叫你大拇指行呗。第14名是新人店长，我现在才知道店长原来不是老头子，原来是年轻人。第13名是烂弟弟，最近也是很晚进来，但是跟我家咕咕猫弟弟唱双簧唱挺好的。第12名是小千，一天到晚睡到明天去了，跟我一样非常的爱睡觉，我们果然是好妈鸡妈的。第11名是爸爸回回，最近也是很少说话，为什么？是顾小孩还是顾女儿？第10名是花生沈魔术，今天都没有看到你的踪影，我真的很难过，花生你知道没？第9名是剑骨，今天难得说一两句话，不是三句，我非常的感动。哎，今天都没有跟上牌子，不过这是我的风格，知道吗？风格。继续，我希望第9名剑骨继续保持你的话痨，我喜欢现在这样的你。第8名是我的弟弟。啊，弟弟他是直男，不要再说他是可爱的男孩子，谁喜欢男孩子了啊，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第7名是非常收敛的水锤，今天非常早睡，不知道在做什么，忙什么呀。第6名是杨公公啊，杨公公说他的 FB 是本名啊，我这记得可清楚了啊。第5名是柠檬儿，柠檬儿平常都在熊妹直播间，非常的大肆的嘴熊妹，在我直播间怎么就都不说话了，我真的很想问你这句话呢。第4名是中隐，这几次有来直播间有一两次呗，但我感觉他好像都没有待到最后，所以念榜都他不知道的。第3名是已经去睡的老人家黑流星长老。第2名是晴天，今天一如往常地给我告白啊，我就看50年后你会不会继续的对我撒糖，我就看的。最后呢，第1名呢还是跟上周一样，2连霸冠军蝉联二届洛梨发酵营，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鼓励，拍拍手，谢。呜，来，玲玲表示被难过，玲玲。谁？玲玲？我忽略玲玲吗？玲玲在里面吗？啊！怎么会这样子？我刚刚有漏念谁吗？我看一下留言哦。今天就不太一样的，都想打。
就这一次而已，以后看不到，奇怪了。不要再学舌卷舌学中国腔，我觉得学得挺酷的，来一点不一样的念榜呗。谢谢失业兔的失业兔的眼睛夜障重 TP 老司机第一名嗡嗡，我已经不是老司机啦，我退役了，老司机以后交给周家湾啦，交给周家湾。莫名烦躁，小仙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好，不会再来了。真低想动粗粗，不要这样，我只是在模仿秀而已。你们会打模仿秀里面的人吗？不会吧。下周下次不是礼拜，哎，对耶，我都忘记我下次播是礼拜五，哎，好密集哦。我已经回到了之前还是刘海时期的直播，我有点太习惯，可能我的那个生活形态已经固定，然后现在要改变有点困难，我可能要习惯一下。好嘞。我们要送我们的洛梨一首歌，上次是花洛梨汁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很傻眼吧。洛梨吗？我想想看哦。看看有什么歌可以送给你的。送给你的，等我一下，落。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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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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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好像可以耶。其实我还真不会唱，怎么办？这是要瓶颈了。这首歌我不会唱，这样太没有诚意了。我决定今天要来一点不一样的，今天要跟洛梨完全无关的。洛梨在吗？洛梨可以举手一下吗？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哎呀，西恩，你今天晚了，我要下播嘞，西恩。玲玲刚好进来呀，我刚才砍档完全没看到玲玲有进来，你知道吗？死定啦，刚好我在那个别的页面啊。洛梨，你想要，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吗？我今天给你点歌，专属点歌，因为两次嘛，对不对？然后跟洛梨有关的歌实在是少之又少，刚好那首歌我又不会唱，我觉得非常没诚意。我们让你点歌，电梯下楼，玲玲心蛋走心了，我小号有在这啊，你小号是哪一只？你小号是哪一只？我居然没有发现，电梯下楼是一首歌吗？电梯下楼是一首歌哎，你是在说这首歌吗？停下。这是什么？这是一首歌吗？专门为亚洲人设计的。你是认真的要这首歌是吧？不奇怪。什么？这首歌我不知道嘞。别意外。这头是18寸的人大街满载，不可爱，可悲的人只是自卑又欠埋。 Keep it light， 催眠自己就不会走心，走到失望泪烂。哎，这太难了。谁信你心潮再高的幸福起早，游走几只边缘小心失控烂玩笑，切换大脑开关保持微笑有礼貌，暂时告别是无聊废话的工作，洛梨下楼，逛一圈现实都太强烈，心通通都封锁，下班的洛梨说我乖，还没有说我乖，
什么？都怪你太正常，才是不符合时代。说我坏，言论自由住海边也不能管。高姿态，傲娇常态 ，I don't beg for all the likes。别宠坏，这样的人类就习惯你的萝莉，萝莉。他星座你是金是暴风警告，水星你心潮再高的我幸福又起早，游走理智边缘小心失控烂萝莉，切换大脑开关保持微笑有礼貌。哇，电梯萝莉，光影全现实动态墙，坏心情统统封锁，下班的萝莉，调皮骚，迫不及待，有帽子有空气的生活，萝莉出口，转一圈抛开待办事项，抛开办公大楼，今晚萝莉放空。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我只能自由发挥咯。哦，这么像李玟。我们谢谢洛璃让我认识了这种电梯笑。欸，是这首歌吧，是这首歌吧。谢谢欢迎战士的要我好看，谢谢，我觉得很好看。谢谢杨公公的应援棒，原唱不知道听了会怎么样。这首歌是真的这样吧，是这首，是这首歌吧，还是有其他首同名的歌有吗？谢谢中银的眼睛夜障重雷，谢谢，可以啊，原唱听了应该会很喜欢吧，说怎么会有这么才的人呢，唱得这么好听。我们今天来拍照，你们说要女仆是不是？那我今天来女仆风格，女仆风格的话怎么办？女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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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做什么？女仆等我一下。女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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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这样缠住这样子啊，不行啦，还是，可是我没有女仆的感觉，贴住还是不行啦，没有女仆的感觉，我说好女仆就没有女仆。女仆女仆女仆要怎么做？我现在一点都不仆啊。哦，好啦，这个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勉强可以了，你把它绑个蝴蝶结，有仆的感觉，很仆吧，仆爆了。我绑高一点好，等我一下。有人说我绑这样苏养文，谁啊，忘记了谁讲的，我喜欢他这样讲，我喜欢他叫我苏养文，紫燕伦，这到底是什么女仆？这个是史燕文女仆啊，史燕文扮女仆怎么样？不错吧？啊，我不可爱 ，I'm not cute， 我不可爱，好可爱，好可爱，有没有可爱的感觉？等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开可爱一点，我可以开可爱一点，我可以开可爱一点，可爱一点的话，等一下。我好可爱哦，我好可爱，等一下，等我，啊 ，cute， kill me， kill me， kill me， 哦，我可爱，啊，有没有女仆感觉？有吗？女仆还要端盘子，我拿这个好了，啊，这样有没有？这是借机快啊，有女仆的感觉了吧？有吧？然后磨一揪哦。我要拿什么磨一磨一揪呢？拿可爱的棒子好了，可爱的棒子，我可爱的棒子，磨一磨一揪，可爱
的棒子，可爱的棒子，我有没有可爱的棒子？可爱的棒子，有了，可爱的棒子，来，大家，我们来。为什么有贤妻良母？对啊，很棒吧？你看，你看，我是不是可爱？可爱，可爱，卡哇伊！来来来来来，女仆，女仆的话，女仆的话怎么做？来，可爱三连拍，主人，一，一，然后，最后三八，怎么做？怎么做？女仆会怎么做？摸一摸，啾。哦，不要整点恐怖哦，算了，啊，这个，神奇良母，然后这个拌面，等，三，啾啾，很婆吧，很婆吧，超婆的吧，哦，也可以当婆呢，谢谢大家，有没有绑了这个啾啾，就是有婆的感觉了，好婆哟，好。这是刚洗澡出来的大妈妈，包租婆，有包租婆情况绑这么可爱吗？有吗？有吗？欧乐 B 太快了，人家还没有说晚安。欧乐 B 是不是急着想下播？啊！不要嫌弃我嘛，人家之后穿女仆装补偿你们，行不行？莫名有种正在做黑暗便当给学长的学妹的 feel， 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我永远都不会成功吧？那学长会逃之夭夭。好啦，谢谢你们大家陪我到今天。我又多播了一个小时，我又多播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观真的是有够差。OK，everybody，晚安，谢谢你们陪我到现在。跟你们的婆说晚安，跟你们的婆说晚安，快快快说晚安，晚安，晚安。